Hello，我听得到我声音，听得到我声音。OK，OK、okay. okay.。我今天都在星巴克，所以我尽量先不开麦。那学生报告以后，他们再开麦。好 ，OK， 好，那就交给你主持好不好 ？OK， 好。那等一下传个那个学生组别清单给我，谢谢。老师 ，OK， 那就时间交给你掌控。好 ，OK。哎、欸、，Brian， 第一组学生来了吗？哎、欸，目前看到好像都还没来。哎、欸，来了来了。OK， 那来了。先分享画面。我们要准时10分开始，还是要提早？嗯，我觉得准时等一下其他学生进来好了。OK， 好，那就交给你主持。OK， 好。
请各位同学，现在9:10了，请第一组上台报告。好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是第一组，然后我们组员有以下，然后我是今天负责报告的徐伟俊，还有等一下会负责说明后半部的陈佑林。对，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五个主题吗？对，然后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我们的研究目的，然后我们会进行材料分析，然后用 SOLIDWORK 进行工程分析，然后最后用我们自己用力学分析算出来，然后跟计算它的安全程度这样，然后最后有一个结论与讨论这样。我们这组的自稳平台是研究那个用在无人机上面的，就是要拍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那个目的就是要让它稳定嘛，然后所以要有一定的强度，还有因为续航的关系，所以它材料也要轻量化，这样，还有在高空中需要有一些蛮高安全程度，才不会让相机掉下来之类的。然后今天我们选用三种不同的材料，分别是塑胶、金属跟高分子。然后塑胶里面我们选用了聚碳酸酯 PC。那为什么会选用这种塑胶呢？因为它有用于太空人的头盔面罩上面，然后还蛮良好的机械性质，有耐热、抗冲击跟阻燃。然后价格就是蛮低的这样。哎，没有，可是好像最近有价格上涨的趋势啊，然后金属我们选用铝合金，就是大家常看到的那个航太领域的材料，然后重量还蛮轻的这样，然后最后是碳纤维，碳纤维就是轻，然后又有很好的机械性质，但是它价格还蛮贵的，然后碳纤维好像去年还是今年，那个价格也上涨蛮多的，好像上涨2成这样，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用那个比较常见的铝合金，然后价格也比较稳定这样。那我们这次是用 SOLIDWORK 进行这次的工程分析，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自稳平台，然后这个上板是连接无人机的那个一个地方，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减震球跟下板连接，然后下板再跟下面的 U arm 那个手臂再连接马达跟 raw arm，然后最后连接到我们的相机架，这样，然后我们会这样由上而下分析。然后首先我们是对上板进行应力级位移分析。那我们对位那个上板进行位移分析，可以发现我们连接处有最大的位移，然后但是有减震球的关系，所以这些可以吸，就是可以把它抵消掉这样。然后我们的应力分析就是可以发现那个应力都是集中在连接处这样，啊，其他应力都蛮均匀分散的。然后后来我们进行拓扑分析，把不必要的材料都把它切掉，而就可以发现那个应力都往中间板材集中，然后甚至脚边也有应力集中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就第四步骤，我们就把它导圆角，然后再进行一次拓扑分析，这样，然后发现改善蛮多的。哦，那个最大的位移量有这么多这样，那没关系，有减震球可以把它抵消掉，然后再来是下板连接那个相机的部分，啊这边我们进行那个应力分析的时候，发现这个板材弯曲处就是这有一个连接的，连接到下面的 U arm 就是那个相机
相机的部分，然后可以发现有一些应力集中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加一块板材在这边加强，然后再进行拓扑分析，然后发现那个也改善蛮多的。对，然后这个是连接相机的 raw arm， 然后我们 raw arm 本来是那个设计成有两个直角，两个角度的弯曲这样，然后可以发现这边中间的部分呢、啊、有很大的应力集中，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应该不太行，而且它的应力集中有到6.8，这数字很小，数字对6.8 mpa 这样，然后但是我们把它直线改成弯曲的时候，可以把这应力都均匀分散到其他地方，然后数值也有明显的改善，4.7啊，这数字这里有点看不太清楚，但差不多4.7左右，然后再进行拓扑分析，把材料轻量化这样。然后我们也有做位移分析，发现那个相机就是最角边有一点位移，有0.2，但是我们马达会修正它，对。然后就是 U arm 部分，然后我们 U arm 部分设计跟 raw arm 差不多，但是可能是这个 U arm 离这个重心位置比较近啊，所以它没有呈现，就明显的应力集中，也没有承重很大的应力这样。那接下来换陈佑林报告这样。大家好，我是陈佑林，接下来由我向大家报告力学及安全程度分析的部分。然后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选用螺丝进行动力的传递，然后像右边这张图这样，虽然被相机的部分挡住，然后但是在红圈的部分它确实有4颗螺丝进行固定。然后在分析的过程，我们可以利用 SOLIDWORK 中的感测器功能来找到部件的像质量惯性矩、重心质量这些力学分析需要的数据。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质量惯性矩是 13203.44， 然后经过换算它的值大约是 1.2954 牛顿米平方，然后再透过公式扭矩等于质量惯性矩乘以脚加速度，然后这边我们假定脚加速度为1，然后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力矩是 1.2954 牛顿米，然后再根据右边底下这张图啊，虽然有点简陋，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四周有4个 M3 孔的分布，它会用来进行螺丝的锁固，然后我们把它平均分散成4个小的平均的力矩，然后再透过剪应力公式，我们可以得到螺丝的承受的剪应力为18 MPa。然后再根据下表，我们可以发现铝6061欧钛它便足以满足我们所需要的强度，因为它的强浮应力是55 MPa。然后一样，我们利用我们对连接 raw arm 和电机的螺丝进行分析，我们一样利用感测器来测量它的质量惯性矩。然后这边的计算跟前面的部分大致相同。但是因为质量惯性矩的不同，我们可以得到在这边我们螺丝承受的剪应力为 78.94 MPa。然后再通过上面的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需要的螺丝材质是铝6061 T4 钛。然后再接着我们对连接下板和 U arm 的螺丝进行分析。然后跟前面两处的螺丝不同，这边螺丝并没有进行力的传递。然后一样，我们利用感测器找到重心到螺丝之间的距离，然后并根据力矩公式，力矩等于力乘以力比，然后我们可以发现，重力对连接处造成一个 I 项和 J 项的力矩。啊，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将螺丝简化为一个两端承受弯矩以及扭矩的轴，然后它们的大小就是前面计算的结果。然后我们利用简历弯矩图，我们可以找到最大弯矩。然后再透过轴向应力的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它的承受应力为97 MPa。
然后那在经过表我们可以查到我们需要的材质是铝6061T4 钛，然后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raw arm 是移动最大的部分，然后因此我们会对它进行应力分析，然后探讨它的安全程度。然后下一页，回到上一页。对，像图上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 raw arm 的受力情况进行简化，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它的 F1 跟 M1 它是承受相机马达的重量而产生的反力跟力矩，然后图中右边的部分它是支撑反力，它分别有一个垂直向上的力以及两个力矩。然后右边这一部分我们有标上它的受力情况，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没有把过程贴上来，这过程都是一些简单的力矩原理。然后根据前面模拟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应力就大部分都在集中在转角处，因此我们会直接对 B 进行应力分析。然后我们依序画出 XY 方向的简历弯矩图，然后我们可以得到最大弯矩，然后依照公式我们可以得到最大轴向应力，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计算的结果远小于铝6061欧泰的相符应力。我们可以推断在这样的承重下它是材料是相对安全的。因此我们希望可以找出最大的承受重量。好，我们在这边我们假设安全因素为5，然后作为寻找最大重量的条件，然后假设承受 M 公斤。然后图上左边的部分与先前的计算相同，然后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将它带入 MSE-MDE 的模型，我们可以分别得到它可以承受 2.49 公斤以及 2.87 公斤。可能要稍微加速哦。哦，好，不好意思。接下来结论与讨论，我们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那首先我们画出了模型，然后进行我们也做了拓扑最佳化，把原本231公克成功减重到192公克，减重了大约 20%。我们做了应力分析，然后找到结构中最大的应力，然后做出改善。然后材料分析，我们分析不同种的材料，然后根据强度价格来决定我们需要使用哪一种材料。我们同样利用力学分析，然后来决定我们螺丝的材质。然后最后我们透过力学分析，我们找出我们这样的结构下我们可以承受的最大重量。对，我觉得很好。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工作分配。我就直接 comment 好了，我觉得很好，因为时间有限。好，那这组做得很认真嘛。那我建议一下，就是前半段有一些模拟，后半段有一些算是用数学做计算，可以看是不是在期末报告里面前后验证看看。因为前半部分的数值模拟，它其实可以去给你一些就是受力的数据。那我会建议你们去分析那个 von Mises stress， 因为 von Mises stress 呢，它就是已经是那个包含所有方向的受力，那你就可以用那个最大畸变的模型，因为它就是 von Mises stress， 那你用 von Mises stress 这样子来验证你后半部分所算的，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很大差距。那有差距是合理的，因为你手算总是会忽略掉一些这个受力条件嘛。那如果接近那就很棒。那但是我觉得你这题就是说每一方面都做得蛮好的，那就是我以下建议。好，谢谢老师。OK， 那那个助教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一些时间可以让他们写期末报告？期末报告的截止日期是本周五，本周五是吗 ？OK， 好啊，那就请大家，不然我们开放到下周一好不好？让大家还是多一点时间可以调整的，那礼拜五交也可以啦。那就是说，那就这样子，那我们就上下一组。OK， 那请第二组。
二组吴伯彦、吴宇希、詹明桦、纪国勋在吗？嘿，助教，各位同学，大家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请开始你的报告。那这样子画面是正常的吗？可以再放大一点，开全萤幕。哎，等我一下。我再操作一次，我再操作一次。好，那我这样子呢？有，是全萤幕了。好，谢谢。好，哎，那各位同学、老师、助教，大家好。那我们这一组，做的专题成果的展现呢，是外骨骼的辅具。那稍后的报告中，一样提到这几点。首先一开始的摘要、研究动机，然后再来是为什么要研究我们的目的。那整个过程，还有分析、讨论、结论这样子。那摘要的部分一样提一下，其中报告提过的，力平衡机构就是在没有受到其他外力作用下，以机构整体来看，没有受到机构外的外力，来达到平衡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其中的时候看到的是这张图，那我们就想说，哎，可以来做一下手啊、脚啊、脖子，就是身体每个关节的辅具，那把力平衡、把力的作用、把我们设计课上有学到的东西，就是融合进去啊。那这张投影片里面所展示到的图，是我们其中的时候一个发想图。那这个是手部的。那最后决定的话，我们是做腿部的、脚的辅助机构。那稍后再为大家介绍。那研究动机为什么我要做脚的呢？我简单来讲，它是一个穿戴的椅子。那图片的话，稍后大家会看到。那我就小时候的时候有看过这个设计，曾经被展出在可能电视或影片中，我有看过，可是我忘记它长怎么样了，我也找不到它怎么来了。那有这个发想，我跟组员讨论之后，他们也觉得 OK。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穿戴的椅子，穿在你的脚下，然后你就把它坐下来。那我正在想，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工厂的员工需要长时间的站立，那他们如果有这种穿戴式的椅子可以坐着，或者是像现在的代购排队可以坐着，然后是跟着你移动的，那可能是会蛮方便的。啊，这个东西在几年前我就看过了，可是现在没有在市面上流行或者是应用的话，那可能有它的一些限制啊。那这最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那大致上的发想是这样。好，就是这个。那这边小腿、大腿、连杆支撑，那这个东西就是穿在你的脚上，那你坐下的话，它变成一个椅子。哎，听起来蛮实用的啊。那为什么它没有在市面上流行的话，这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那我们是觉得我们整个跑完运动的分析上来讲的话，哎，是还可以看的一个产品，还可以看而已哦。好，那符合人体工学，就是有在设计图上有做过几次的修改，那不要让它在我坐下的时候有任何的干涉。那结构的轻量化上就是计算啊，或者是软体的应力分析，那能省的省，能改的改。那因为这种东西有关安全性啊，所以又有结构可靠的相关因素要讨论。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设计图，大概是这么样子。那过程呢，就是用 Quio 建立。其中的时候，我们是讲说用 SolidWork 啊。那因为有组内同学都是修林清安老师的课，那刚好是教 Quio， 那就是学以致用了。那应力分析的话，稍回提。那整个机构上的选择类似曲柄滑块，那最佳化那些怎么选材料也是稍回提。那在这边先跟同学、老师、助教报告一下，我们那个应力分析
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使用的是 Quio， 但是我们要用 Quio 去跑应力分析的时候，也看完了一些参考的教学影片，也大致上知道要怎么去做了。那可是因为版本上的限制，它不允许我去使用应力分析这个功能。然后也有寄信去问过林谦老师的助教跟林谦老师，那他们也是说什么伺服器在维修之类的。那这不是重点，就是我们在中间过程试着用很多的方法，甚至是想要转图档转到 Inventor 转到 SolidWork， 那我们是没有成功。那这个我们试试看在期末报告里面我们把它放上去补齐。那如果真的还是没有成功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手的计算去计算它的简历负载弯矩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运动分析，运动分析吗？运动模拟。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对，那这个就是你的脚站起来坐下去，你的屁股站起来坐下去，它的模拟。那这边大家看到有一个弹簧，它是可以回弹的。你坐下去的时候，它就是被挤压到底。那你站起来，它会有回自由状态这样子。好，那这是整个我们的运动的模拟啊。好，那这个我就照着我 PPT 上面的意义来报告。那机构上的选用，它这个整体机构就是类似曲柄滑块啦。那比较不会在我使用它的时候去干涉到。那插销所受的简历大小这个东西，我们会在报告里面呈现，这个我们有算出来。那等一下会跟材料的选用一起来讲。那辅具所受到的弯矩一样，就是我们也是用计算的，因为我们真的有想要去跑，然后也知道了要怎么跑，可是就是没有用出来，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较可惜的地方。那弹簧，我在跟组员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在想说，哎，怎么摆？那有没有需要摆？它需要回弹吗？还是就是让它一直呈现坐着，穿在我的脚上？那最后的话讨论出来是将弹簧摆在这滑槽内啊。那弹簧这个功能就是让它看起来是跟着你的脚移动的。那实质上我们受力点在讨论的话是这个连杆，这个杆件还有 pin， 这是我们会在书面报告里面呈现比较完整的地方，就是怎么去计算它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一并附上。那在这边我就讲结论，我们在小腿的部分，因为它受到的力吼是比较不被影响，因为它是穿在小腿，可是主要受力是杆子、连杆，还有 pin， 还有大腿的机构上。那小腿的话，我们在这边就比较忽略它去算。那重点是这个 pin， 这个 pin 还有支架、支杆的话，我们算出来的话，我们是想要用高密度聚乙烯，那它的材料安全性上很高，安全因子算出来还有十几，那它整个又比铝合金还要轻盈。那我们当初其中在讲说，我们做这个东西，研究的目标就是减轻它的。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你在提安全因子的时候，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计算？哦，好，没问题。来，这边我们是假设，我看一下我的图档，我手机里面有我们计算的图档，那稍后等我一下哦。好，那因为我们这个书面报告附的时候，这边会标角度，那这边受到均部负荷，就是我大腿坐下去的承受，那这边是 pin， 那我们是坐下去，然后模拟了一张就是直角，然后还有 pin 的图，然后去做我们高中大学学过的静力学分析啊。对，因为我们就是分析坐下去那个最极限点，那如果坐下去没事的话它就没事。对，那我知道这个可能如果用电脑去跑应力分析的话会更完整，那就我们比较可惜的地方。好，那大腿跟连杆我们就是想说
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啊，那它比较轻。那我们其中报告在讲我们的目的的时候，就是想说辅具嘛，那辅具安全第一，那结构能轻巧第二啦。那如果说是钱啊成本上面的话，这个在每个产品设计上都是越便宜越好嘛。那我们的重点就是摆在前两个。好，那参考资料在这边。那这是我们的报告，谢谢。OK， 你们有打算要补任何分析的资料吗？有，我们一样就是我，因为我们，这样子问一下，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你简化的制作的他们，就是你很不会，但是啊，你们的实作内容真的是太落后了。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像第一他们有一些这种手算的，我没办法用电脑算，我手算啊，对不对？就是说，你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也要挤出办法来啊，不是说靠你的很华丽的简报的这个讲法去把它带过来。好，我建议你在期末书面报告好好的花点时间把它补一补。那如果真的你那个固有的系统没有办法做分析，你想要试试看那个 SOLIDWORKS， 我们先是有 SOLIDWORKS， 然后也可以跑那个模拟，你可以花时间到实验室跑一趟，就是转档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最近有几个研究生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可以试试看，但时间很少，研究生很忙，你要做的话就赶快，不然的话就手算，好不好？就我好了解。那老师，我们手算是有，那我们那个简报上没有附上去，那比较抱歉。那报告手算呢不放到报告里，那是你的问题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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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我们一样会附在期末报告里面啊。但是你要想想看，你都做了，你又不放，那不是很奇怪吗？了解，我了解。对啊，好，那所以我相信手算可能也是部分。所以也不好放啊。那还有时间嘛？你后面后续把它做好一点，不然成绩不漂亮了，好不好？好， okay， 好，了解。那就这样子，那就下一组。好，谢谢。那请第三组开始共享画面。有看到吗？有画面吗？不好意思，有看到画面吗？看得到画面，听得到声音。好，那我要开始报告了。我们是第三组，我们分析的东西一样是字文平台的最佳化与成本考量。首先在做力的分析前，我们发现材料实际上没有被固定，但如果没有固定的话就无法进行分析嘛，所以我们分析时，我们将连杆下方设定为支撑的固定，受力大小为了方便理解还有分析，所以我们用 19.6 牛顿来做计算。对，然后第一个材料我们选用的是 ABS 树脂，因为它常被 3D 炼印使用，所以我们选用它来做分析。我们初步假设受力端用压力呈现，另一端为固定端。在经过应力分析后，发现最大应力的地方已经超过 ABS 材料的降伏强度了，所以材料会因为无法承受应力，然后遭到破坏。第二个分析的材料是6061T4铝合金，这个材料的降伏强度是145 MPa。我们修正了先前的假设，我们采用轴承负荷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杆件产生的最大应力值已经小于材料的降伏强度值了。换句话说，此材料可以承受我们设定的 19.6 牛顿的。你是不是分享错画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全面。嗯，我现在分享的是
建议分享整个桌面比较快。啊，我分享到桌面吗？欸，可以分享，可以把那个 PowerPoint 开全萤幕。有，我刚开全萤幕。就是你不要分享投影片就好，整个分享整个桌面。对，在选那个 Google Meet 分享的时候，选择分享整个桌面，而不是分享单一个应用程式。我重新用一下。那我用整个画面好了。这样有吗？是投影片吗？按一下全萤幕。按一下全萤幕。有了。哦，不好意思，那重新报告还是继续比较好？继续就好。好，我们在铝合金的分析后发现它的应力，它的分析出来的应力值已经小于相符强度值了，所以代表此材料可以承受 9.6 牛顿的负荷量。没有，那应该好，第三个分析的材料我们选用304不锈钢，它的相符强度比钢还大，是 206.8 MPa。 而我们再次修正的假设，我们将轴承负荷的方向改变为 X 轴方向，然后我们探讨方向不同的时候，那个负荷跟应力的分析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个分析结果在连接处的地方有明显的极大应力，我们经由细化网格后发现也无法去除，所以我们判定此点应该是奇异点。所以我们能推测出此材料应该是安全的，然后继续下一步。在我们得知这些材料不会被应力破坏，而且可以维持它们的安全性后，我们进一步评估要在不同的受力下选用哪一种材料时会比较好，也可以做利润最大化的计算，降低成本的使用。所以接着我们做拓扑最佳化，我们目的是在不大量改变材料的情况下，材料应力条件的情况下，让材料整体质量下降 25%。 如何操作呢？我们输入应力值和固定时与应力分析时相同，我们在选用需要被保护的材料做保护不被去除。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那个连接处的地方，因为刚分析出来有那个应力集中的，不是应力奇异点的部分，所以我们觉得那里应该被保护不被去除。然后做分析结果后发现三个材料出来的结果都是中间部分的被去除，然后其他部分做保留。这些是分析结果，三个长得其实差不多。对，然后最后我们因为设定 25% 的减重，所以 ABS 材料总共减重了 0.03 公斤重量。然后铝合金总共减重了 0.079 的公斤的质量，然后304不锈钢总共减重了 0.024 的质量。好，我们换下一位报告。大家好，我是林佑成，然后我要讲的是材料的分析还有成本的考量。然后上面可以看到是我们 ABS 材料的参数，然后这是在一个叫 MathWeb 的工程网站上面看到的，上面可以看到它的物理性质、机械性质等等的。然后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它的相符应力，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分析，所以主要关心的是这个。然后这样是铝合金的材料参数，你们看一下。然后这是不锈钢。而在成本方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ABS 塑胶。然后这个材料的成本大概是用模具跟原料还有加工费用的加总，然后上面显示的原料价格是每公吨多少美金来计算，而模具方面就会受到模屑的那个数量还有我们要求的公差而影响它的价钱。
接着就是60610铝合金，然后它主要也是加工法跟原料来决定它的价格，然后上面可以看到是它的价钱，铝板大多是以它的厚度来决定它的价格，然后铝棒只是以它的直径，这是我们查到资料，可能现在会有点误差之类的，还是看当下的那个原料的价格。然后这是三菱制不锈钢，不锈钢的价格是我觉得最难找，因为它整体来说是看到它合金的成分含量，然后镍的含量越高，整体价格就会越高。然后它，然后不锈钢它的价格容易受到原料的涨跌影响，还有它的加工方法不同。然后我们找到的资料是卷板的，其他的找不太到，就是有些资料不是很好找，因为它的价格比较浮动，所以没有明确的价格。哦，好，我是负责讲静态负荷分析部分的彭宇恒。这一部分是我们打算将上课就期初学到的三项力学模型带入我们这一次的报告之中。我们这一部分主要目的是借由套入力学模型来计算各种材料的安全系数，来确定我们材料是否有符合不会破坏的状况。我们这里主要分成五个步骤，第一个是对原先杆件进行简化，来绘制自由体图。接下来根据算出来的未知受力，画出它简易弯矩图，就可以画出我们的莫尔圆。求出莫尔圆上的各项数值之后，就可以带入我们三个力学模型的公式，计算出我们的安全系数。最后就可以画出我们的可视化模型。好，接下来我们对各个步骤进行详细解说。第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原本连杆是一个三维形状，我们不好分析，所以我们做的第一步骤是将它投影至平面。可这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端会有三个未知力和三个未知力矩，两端就会有12个未知力。这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计算出来，所以我们将杆件做二力构件的假设。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把作用力变成一个共线上的两个力，然后两端没有力矩，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分析。好，接下来是我们将杆件因为它有对称性质，所以我们只取一半进行分析，接着放倒就可以，我们已经知道 A 点的受力是我们给定的 19.6 牛顿，就可以计算出 C 端的未知力和未知力矩。好，下一步是我们根据先前得知的未知力和力矩画出我们的简易弯矩图，然后根据模型的形状来观察它剖面，计算惯性矩，就可以画出我们的莫尔圆。下一步是套入我们学过的三个力学模型公式之中，然后分别计算出我们的安全系数，然后右边有列出我们各项材料的相符应力。详细的安全系数值我们有放在我们的书面报告里，这里就不便列出，可是我们可以得知的结果就是三个材料的安全系数在三种模型的情况下都是安全的，符合我们前面从软体模拟的结果，就都是安全的，不会被破坏。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套用那个模型画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出来这里我们只放了 ABS 还有铝合金，这里我们有打错，这里是 6061T 是铝合金，不是6067，等下我们会做修改。然后不锈钢部分我们没有放上来，也是放在我们书面报告里。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内部它的各个节点是相符应力除上它的安全系数，然后内部大小其实不管这三个模型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内部的数值是相符应力除上我们的安全系数，这个数值就是我们先前看到的最大简易力模型的数值都是 SA， 然后我们 SA 算出来数值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内部的大小，内部图形的大小是三个都一样，可是差别就在于外部三个四个节点它是材料的相符应力数值，相符应力数值越大，材料它的范围也就会越大，所以这里最大部分应该是不锈钢大于铝合金大于 ABS 的数值，然后内圈部分会一模一样。好，这就是静态负荷分析部分，谢谢。不好意思，这一组要稍微加速一下哦。好，然后大家好，我是王玉凯，然后最后讲一下我们总结。那我们首先我们做的应力分析呢，是
学习了 SOLIDWORK 里面的程式来分析出材料实际受力状况，然后也根据它材料每一处的受力结果，然后带到我们拓扑最佳化里面，然后我们用 SOLIDWORK 预设的减轻材料本身 25% 的重量，然后来做最佳化。那最后呢，我们会放上，会配合网络上找到的材料分析，然后再考量它的可能原料费或它的制程费，然后配合市场价格之后，求出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材料。那最后静态负荷分析是利用我们上课所学，然后结合我们上面所做的分析之后，一起做比较，然后看它能不能在一个安全的工作状况里面。好，以上是我们报告。OK， 这组报告也还不错，各方面都蛮完整的。那我没有太多额外的看，不过我们在听了很多组的这个分享之后，如果这一组在期末报告上还有一些想要加强的，都还有时间，大概是这样。那其他是没有什么太多看的。好，那我们就下一组。那组开始共享画面。第四组张书义、陈兆、林新泰以及林家这一组。哎，要记得开麦克风哦。喂，有声音吗？有。好，各位同学好，我们是第四组，那我们做的题目是力平衡机构优化。那我们最一开始做的题目是针对夹爪做力平衡，那夹爪的可行性我们觉得有点低，所以我们就改为对手臂做它的一些分析。那我们的组员有曹志、属于心态，那我是嘉宏。好，那我们的研究动机是因为最近的工厂啊，因为现在对趋势的影响，所以现在都是自动化工厂，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无人的搬运车。那无人搬运车我们都会有需要一个灵活跟稳定的手臂，那他们需要有比较大的负载，然后低重量高集中性，然后我们会以平行试点杆的手臂机构然后下去做研究。那我们这次的研究是用开源的 3D 列印的机械手臂为模型，那我们会把它放大，然后刻制化一组我们可以实际使用的机械手臂。那因为它是 3D 列印的，所以它的硬件的孔没有办法让手臂很有划算的配合，然后它也没办法应付比较重的弓箭，或者是很好的去精准的定位。然后那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更加的稳定，然后让它受到外在的因素影响，还有一定的负载能力和准确度。然后我们会以 Inventor 来做应力分析和动力学分析，然后最后做可行性的评估。好，那机构分析，我们的四连杆机构分析是由九个连杆和九个接头的平面机构组成的。那这是我们最一开始画的图，四连杆机构的图。那我先来针对没有办法精准定位的问题。那我们增加了两组弹簧和阻尼，那让它达到可以辅助机械手臂的运动。然后就是当马达突然断定，或者是突然不受控的时候，手臂还可以有保持在平衡点的位置。然后或者是你的机构受到没有办法预期的外力的时候，可以让弹簧吸收部分的能量，然后确保它的稳定性。那在力奇的机械手臂在静止的时候会松垮，就是它前面这个头可能会掉下来。对，那在实际运作的时候会因为它的惯性力，所以我没办法预期它这个头会掉去哪里，所以我们才会想在上面装一个弹簧或者阻尼器，然后通过这些装置来抵消我们在运动中受到的干扰，然后让它有更好稳定性和准确性。那这是材料选择。那我们针对它没有办法抓取重物的问题，那我们就会选择这个铝合金 A6061。
那我们在不改变机构运动下，然后更改就是比较不重要的机构线，然后再针对它的重量啊等等，然后再做一个改善这样。好，那再来应力分析的话，我们会用 Inventor 的应力分析工具进行分析。那我们第一次分析完的时候，它的等效应力只有 1.16 megapascal， 可是它的重量达到了大约200多公斤。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机构我们设计的都太大太笨重了，所以它会有这么夸张的数字。那我们之后就会用那个拓扑最佳化，然后来缩小它每个连杆的截面积，然后让它的重量下降。好，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分析的结果。那也可以看到它的质量是在206公斤左右，然后它体积也特别大。好，那拓扑分析的时候，我们就拿其中一个摇臂来解释。那我们要考量到高强度和低重量的情况下，那我们用拓扑分析来最佳化一个最大的，就是比较大的结构减障效率是最高的。那以这个摇臂来讲，我们利用拓扑最佳化，让它的重量从18公斤降到4公斤，所以大概降了13公斤左右。那详细的就是其他的拓扑最佳化，我们会放在期末报告里面。好，那这个是无负载时的应力分析。那我们在进行很多次的应力分析跟拓扑分析之后，我们考量到成本、重量等等的数据，我们需要的东西，那我们得出了这个我们认为可能是比较好的结果。那我们在基于这个比较好的结果状态下，我们再去做后续的一些应力分析和动力学分析。好，那我们对它做分析之后，我们会看到它的等效应力在 2.397， 所以它受到的力其实很小。那当它的就是它在不做没有负载任何情况下的时候，它的受到力是很小的。那它的按决系数也很高。那它的头在你不动的时候，它的位移量也非常的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极端情况的应力分析，就是在我们的机械手臂如果不小心夹到，或者是拿取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就是比较拿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重量设为500公斤重，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数值啊。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等效应力会变到184 megapascal。那它的按决系数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代表它有点危险。那它承受500公斤的时候，会看到前面这个头它的位移量达到30.42mm。好，那运动模拟分析，这个是我们在没有加装任何组件，就是它最一开始只做拓扑最佳化的情况下，然后它的运动的模拟。那它在没有装的时候，它的手臂啊会随着你给予它的做工，然后它会随意的摆荡。因为前面有讲，它是因为它的惯性力，所以它会我们没办法预测它到底会到哪个地方。那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没有装阻尼器或弹簧的时候，它的轨迹和它的力矩会呈现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好，那如果我们加装弹簧之后，弹簧跟阻尼之后，然后设定它的弹簧系数跟阻尼常数之后，假设前面放一个1公斤重的物体，那我们给它一个力之后，它的轨迹和力矩会呈现一个正相关，就是它会慢慢趋于稳定。好，那再来是手臂的分析。那我们在设计上保留了它最原本有的结构，那可是我们把材料改了，然后它的一些材料内部的重量等等也都改了。那可是它还是保有原本手臂的它的强度跟耐用性，因为我们要拓扑最佳化，所以好。那它负重500公斤的时候，它的最大应力已经接近降幅应力，所以我们考量到它的安全和耐用性上，那我们会把它的就是最大负重会降得非常低。然后因为我们在进行最佳化测试的时候，我们在负载和手臂重量中间找一个比较不错的平衡，那我觉得之后还可以再多做几次测试，所以应该还可以再更轻一点。好，
那成本的话，不是单纯以铝价的价格下去算，还有一些马达、啊，还有其他一些硬体设备，还有人资成本等等。那电控部分也需要经费，就是训练的部分。那未来也许会有其他扩充的功能，所以它的成本也可能会更高。好，那这个是现在公司或工厂比较常见的手臂，那跟我们设计的手臂其实相差非常的远。那它的维护性也比较高，那它重量也比我们这个低很多，所以我们在重量还有资源性上还要再进行一些优化。好，那这是参考资料。好，谢谢。你这边最后秀的那个手臂的图啊，可以再看一下。好，你这边写的六公，左边哦，这是一个上的手臂嘛？你这边写说六公斤，是说它可以抓六公斤吗？对。啊，那所以它那个是它的，就是它可以比较，对，比较可以抓一些比较细小的零件这样。所以你说你右边的这个结构可以抓72公斤吗？对，就是可以抓比较重。这个有点神奇啊，但是在数量级来讲是不太可能。所以会不会是说你设计的东西超级大？因为这么短的剪刀很难看，是不是它是超级大，所以可以抓到72？是理论上哈，你看左边这个手臂啊，它的那个长度大概就是比人的手伸长再长一点点，然后它大概就是比如说90公分长，像这种尺寸，它就只能抓6公斤了。那你的这个东西如果要抓到70公斤，它到底是多大的东西？好，所以你们回去再检查一下你的所有单位尺寸、材料等等，然后分析上。而且你这边还挖洞了，让它减重，感觉又更不可思议了，这样子。好，所以再麻烦检查一下。好，了解了解。下一组。好，谢谢老师。那请第五组开始共享简报。第五组是陈彦真、张庭伟。助教，请问看得到吗？看得到。那也听得到声音。好，那我们是第五组。那我们这一组的组员有陈彦真，然后我张庭伟，跟张彦霖，跟陈宏文。那我们这组的题目是资源平台。接下来是我们的研究动机。那我们这次资源平台的研究的主体是相机的稳定器。那稳定器要配合相机一起手持使用，那长时间下来容易造成手臂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是以这次资源平台为研究方向，那结合我们在课堂所学，然后应用在实物设计上，对材料还有结构做改善，然后我们去减轻它的重量，让使用者可以更方便做长时间的使用。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研究方式，我们是将稳定器还有稳定器的各部位进行建模之后，进行应力分析，然后再进一步做最佳化分析。在维持一定的安全系数下，我们去改变它的材料、它的外形结构，做出重量更轻的设计。那这个中间，这个是模型跟它的零件，中间是稳定器，整个稳定器的结构。然后左边是曲柄一、曲柄二，然后右边是相机架跟握把。握把跟紫色的曲柄二是第一个转轴，然后曲柄一、曲柄二是它的第二个转轴。曲柄一
跟相机架之间是第三个转轴。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改造过后新设计的分析，是针对它的材料还有它的结构去做改变，然后进行它的安全系数的分析。这是稳定器本身的应力分析，那一般的相机还有它的配备的重量大约是2公斤，那我们是假设相机的重量是3公斤来做分析，这样子我们得到的数值比较保守。接下来是安全系数的比较。原始的材料我们假设它是铝合金，它原始的安全系数有 7.86 是比较高。我们后来选择的材料是 CFPR， 这是我们改变过后的材料，那它的安全系数比较低一点，是 4.97， 但是它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还是在一定的安全范围。那这边是改变材料过后它减轻的成果。原始的铝合金的总重是606.7公克，那改变之后用 CFPR 它的重量是224.7公克，在改变的材料之后我们的安全系数并没有降低太多，然后但是我们的重量就是有大幅的减少，然后强度上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就是有达到我们的减轻重量的目的。那接下来是对于结构设计的拓扑最佳化，左边是它原始进行最佳化之后，就是进行拓扑之后的模拟，然后右边是我们改善的设计。那这跟原本相比它是减量了 10%。 那这边重量减轻的效果就是原始它那个零件的重量是114克，然后就是在我们最佳化之后，然后考量到它的外观的美观下，后来设计的重新设计过后的模型重量是101克。这个重量是以铝合金的去做，这个重量是铝合金的数值。那重新设计过后重量就是有到减少，那这个最佳化设计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强度影响，所以有成功的维持安全系数，然后达到减轻重量。接下来最后是我们的结论，就是材料跟它的结构外形是，对，是机械设计中重要的考量。那再把安全系数也纳入考量之后，可以在维持一定的强度、一定的安全性下，去借由选择适当的材料，还有决定适合的外形，来达到它减轻的目的。好，以上是我们的报告，谢谢。OK， 好，这一组做的这个几何跟 B 组的很像的，那不过分析方式有点不同。这一组大部分是把一些零件的整合在一起，做以系统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来看一下，是 B 组跟这一组的差异。其中有用到一些市售的拓扑优化的方法，对，然后对拓扑的结果去评估，然后自己改善，不是说纯粹的就是拓扑的结果你们就直接照着用，你会自己再去微调后置，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判断，所以希望这个经验对你未来是有帮助。好，那大概是这样子。那这组如果在等一下看其他组的分享，如果在期末报告上想要调整，都还有时间调。大概是这样子。好，下一组。好，
那请第六组开始分享简报。老师，刚有同学反映您的声音不太清楚。我没办法，我今天在那个星巴克，所以会不清楚。那我们有录影吗？刚刚对 ，Brian， 你听得到吗？哎、欸，听得到。你刚刚都听到吗？那没关系，你到时候就。对啊，就是因为我在咖啡店。那录影如果有同学需要的话，你到时候上传到 server， 上传到 YouTube， 再让大家看回放好了，好不好？好。请第六组开始报告。听得清楚吗？可以。然后画面正常吗？对，正常。好，谢谢。那老师、同学，大家好，我们是第六组。那我们报告主题是力平衡装置。我们的组员有萧崇汉、李佳慧、林奕慧和海允浩。那这是我们的目录，供大家参考。我会先介绍我们的研究动机和目标，然后是我们进行的分析和计算，最后是我们结论的部分。那首先是我们研究动机，市面上会贩售就是照片里面这种手机或者是平板的支架，但是我们认为它的重量、负载和价格其实都没有到很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建立模型，然后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数据分析，再考量加工的难易度、材料价格、安全系数这些因素，去找出更好的性价比的组合，就是可以让它负载更大，然后重量跟价格更低这样。那这是我们参考上面的实体所建立的模型。首先大家都知道弹簧的拉力，它里面是用弹簧的拉力去减少它支架本身的负载。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弹簧拉力 F 等于弹簧系数 K 去乘以弹簧伸长量 X， 所以我们认为最大的拉力应该会出现在弹簧伸长最多的时候。那利用软体进行动力学模拟，我们找出来在支架的模型呈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图片上这个状态的时候，弹簧会来到伸长量最大的9公分。再来，我们利用软体的应力分析，找到应力主要是作用在固定弹簧两端的削上。那这个削跟它的那个旁边两个支架的杆件，它是一体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透过改变杆件的材料去达到轻量化的目标。那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将弹簧先设定为实物本来使用的原材料，就是不锈钢。而杆件它本身是实心的双连杆。首先我们分析的是原本使用的不锈钢，那我们这边参考的数据是广泛使用的304，可以看到304的密度是8克每立方公分。那应力分析就像是旁边两张图所展示的，最大应力会来到 124.5 MPa， 最小安全系数会是2。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说，轻量化，轻量化，那我们就试试看很轻很轻的材料，所以我们找了 ABS 塑胶来分析。ABS 塑胶的密度只有 1.06 克每立方公分，但是在最大应力其实差不了多少的状况下，最小安全系数却只剩下 0.15， 就是根本就不能采用的数字。那从这也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应变来到了 5.3%。那这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容许范围，所以最后我们想一想，就找的一个强度够高又够轻的材料，就是铝合金。那这边我们使用的是2014T4的铝合金，它的密度是 2.8 克每立方公分。它可以从应力分析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安全系数会比不锈钢更高，是 2.3。那我们将上述的三个分析整理成这个表格去进行比较，因为 ABS 塑胶的安全系数实在是太低了，我们就直接就是不把它纳入我们的比较里面。那在同样拥有抗腐蚀、高强度、易加工这些特性的状况下，铝合金比304的安全系数更高，而且足足少了 65% 的重量，并节约了 30% 的成本。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分析的最佳的组合是2014T4铝合金材料，就是去使用这个材料是最好的。那要达到轻量化目标，最佳化，这当然是一定要用的好方法。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软体是 Inventor 进行拓扑最佳化，那将带有硝的这个实心双联杆去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就是下面这张图所显示的。可以看到最佳化后的杆件少了 36% 的质量，那这时是连杆本身进结合的五角板最佳化的成果。那我们第三个目标就是要透过改变弹簧的材料去增加它在平衡时可负载的重量。那这部分我们依照前面分析的结果，我们将杆件本身的材料先设定为铝合金。那先看到实体本身使用的不锈钢弹簧，透过弹簧系数的公式，就是 K 等于剪力模数 G 乘以 D 那个线径的四次方除以8乘以外径的三次方乘以 N 圈数。那我们在不改动弹簧本身的尺寸的状况下，只去变换弹簧的材料，也就是去变换它的剪力模数 G 的状况下去计算。那 K 不锈钢弹簧的 K 是 2.46 牛顿每公分，它带来的力是 22.14 牛顿。虽然看数字会觉得说，哦，这力好像不大，但是因为它弹簧跟硝是勾在只是勾在一起，所以它的接触面积非常非常小，所以它上面产生应力很大。那不锈钢弹簧的应力分析就如投影片上面所显示的，它最大会产生125 N 帕的应力，那最小安全系数是会落在 2.3。那接下来我们将弹簧改成剪力模数大于不锈钢的弹簧钢，弹簧钢的 G 是 7.85 乘以10的6次方牛顿每平方公分，它的 K 会来到 2.82 牛顿每公分，它去乘以我们刚刚我们一开始算出来的最大生产量9公分，会产生 25.38 牛顿的力。那透过应力分析可以看到，弹簧钢的带来的最大应力会到 153 N 帕，它的安全系数则是下降到 1.89。 然后我们又再选择了 G 更大一些的铬弹簧，那它的剪力模数是 11.5 乘以10六次方牛顿每公分，那 K 是 4.13 牛顿 每平方4.13 牛顿每公分，它乘以伸长量9公分后产生 37.17 牛顿的力。那从应力分析的结果来看，铬弹簧产生的最大应力来到了 224 N 帕，相对的它安全系数也减少到了 1.29。 最后我们把弹簧设成剪力模数据最大的 16.1 乘以16次方牛顿每平方公分的钨弹簧，那它 K 上升到 5.78 牛顿每公分，它的最大的力来到 52.02。 那从应力分析的结果来看，它产生的最大应力爬升到 314 N 帕左右，它安全系数直接落到了 0.92。 所以我们去整合上面这四个分析的结果，做成这一个表格后，发现就是我们直接把钨弹簧不纳入讨论，是因为它的安全系数已经低于1，所以我们就不讨论它。那从另外三者去进行比较后，在安全系数大于1的状况下，我们认为铬弹簧是这一次五分析里面我们选出的第一名，因为它将负载提升了 68%。 经过上述三个目标探讨后，我们的结论是，相较于原本实心304钢支架，最佳化后的铝合金支架足足减轻了 78% 的重量，并减少了 56% 的成本。那在轻量化、成本、安全程度以及平衡时可承受的最大负载，这样去综合评估下，我们选择2014T4铝合金制作杆件搭配铬弹簧，为我们认为本次分析后的最佳 CP 值组合。但是要注意的是，就是这样子的设计，它的最小安全系数只有 1.3， 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设计。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它量产成商品去贩售的话，我们就要再进一步的设计跟改良。那以上是我们第六组的报告，谢谢大家。请问老师有需要补充的吗？
老师，老师好像掉线了。那老师的回馈可能之后才会，我会请老师之后把他的回馈转告给这组同学。那我们先请第七组来进行下一组的报告。啊，请问第七组的同学在吗？那这样子有吗？有出来吗？哦，还有吗？看一下有简报。是啊。这样有画面吗？有画面了。好，那请开始你的简报。就直接开始了。好，那因为我们是第七组，我们的题目是自稳平台。那这边是我们的组员。然后下一张，我们自稳平台，因为自稳平台用在很多的方面上嘛，就是像前面有提到的相机的稳定器，然后像是有三轴切削的一些机台。那因为我们最后选定是十度化平台来做研究，那十度化平台的长相，我们用 Inventor 画出来，最后组合起来的样子，差不多就长这样。那旁边右边这个是我们的最佳化结果。那可能大家不可能为了让大家比较清楚它的运作方式，可以播一小段影片让大家看一下，就大概一分钟而已。大概就是有一个底盘嘛，然后上底盘、下底盘，然后中间有六个活塞去做连接，然后还有万向接头，所以这四个零件组成的。哎，不好意思哦，这个是方式大概是这样，这个是那个网络上的，这个是网络上的资料嘛？那你有没有你们做的？啊？哦，因为我们做的是那个档案有附在那个了，到时候有传了。那我这边没有开那个档案，那后面的话会有那个静态的图片，就是它的运作方式有静态的图片。好，我们就以那个你们做的东西为主，好不好？好，好，好，那我就继续。那这对，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部分。然后材料，我们是往三个方向去做研究了，就是位移的应力分析，然后安全系数的考量跟它最后最佳化嘛。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的尺寸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预设负载是10000牛顿，将近1000公斤，所以有点重，所以我们的材料选用方面则是使用比较偏向金属的方式，比较不考虑一些高分子材料 ABS 那些的材料。所以上盘我们因为上盘要做可以做轻一点，那比较不会那个对活塞的负载比较可以减轻，所以我们选用铝来做材料。那底盘的话是做比较沉一点，可以稳住整个支架的话是用铸铁，然后这边的话是用结构钢，然后最后的话油压钢我们是用碳钢来做使用。那下一个部分就是上圆盘的质量，这个是还没有拓扑最佳化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质量达到134公斤这么重，就是这已经是铝了，然后还会有134公斤的质量，所以稍微有点重。然后再来我们经过 Inventor 画完之后的拓扑最佳化，出来的结果后是长类似这个形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质量的部分，同样的密度、同样的材料下，它简化大概了3-40%的面积之后，出来的质量几乎减少了将近100公斤的质量。那这个是上圆盘、上底、上盘。那它的底盘部分的话，我们预设的那个体积其实相差不大，就是上底盘、下底盘。那这边因为使用铸铁的话，它的密度稍微大一点。那可以看到这边的更就是它的质量甚至来到了560公斤这么重。那在经过我们的最佳化之后，它的下底盘的质量其实拓扑最佳化之后的形状其实看起来上底盘跟下底盘差不多，那这边它甚至降到了132，甚至足足降了将近400公斤。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画完之后用那个 Inventor 去做的一些应力分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好，我们帮忙标出最大最小值，最大值是在万象接头和它的十字接头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说这个装置的应力集中会大部分会在万象接头这边。所以是啊，哦，还有这个是就是我们预设负载加下去之后它的位移量，它的伸缩量啊，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最大值。然后再下一页，至于安全系数的部分，这个都是还没有最佳化之前的样子，所以它的安全系数最小的地方就是在最它的应力最集中的地方，这个万向接头部分只有 1.7。 那其实其他部分其他部分是很安全的，因为它是在我们那时候 看了一下分析之后，其他部分的安全系数都是在7-8以上甚至10以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着重去考虑怎么样材料简化，让它去得到一个比较经济效益比较高的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材料成本稍微高了一点，我们可以去降低材料的使用去节省成本。那这边都是原始物件，那这边就是这个地方放大这个万向接头这边应力最集中的部分，它的安全系数是最小的，所以我们去最佳化之后的结果是会长这样子，这个两个形状，然后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凹陷，是因为那个应力我们是预设集中在中间，那它变轻变薄，然后加上挖这个洞的形状，节省材料之后，会稍微位移量会稍微变大一点。那主要这边是先看它这个应力的部分，然后这边是位移的部分，中间这边位移量会稍大一点，但是其实那个以我们的外形跟它变化量的话，算是微乎其微，因为我们外盘的这个设定大概是就是80公分，那它这边是只有 0.1 毫米的下降的凹陷。然后安全系数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则是提高到万向接头这边的安全系数则是提高了 3.72， 那其他部分的话也都还在6-7以上，所以还是比较安全的设定。那这边就是我刚才也是讲到说，这边是最常比较容易应力集中的部分。那不好意思，请教一下，整体都偏向。请教一下，你的安全系数是把这整个结构当作同一个材料，然后直接靠软体去算的吗？我们是那个，它是设定材料，它是用，这个部分好像是当成同一个那个。我们没有同一个材料，是同一个结构。了解了解 ，OK 啊，没关系啊，这至少是要了解你的做法。好，请继续。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拓扑最佳化结果跟原始的差别，就是我们把材料节省之后，然后考虑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系数。哦，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些可能要这个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没有放在 PPT 上的，是那个我们选用的材料的一些机械性质的部分。那这边就是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我们参考的一些参数啦，主要就是密度的重量嘛，然后间接性系数这边是跟它的强不强度有关系的。那这边就是大概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搜寻的资料。那大概的部分，我们研究的部分就是这些部分。OK， 助教这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助教这边有问题吗？我觉得该做的都有做到，那就是期末报告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这样子。好。OK， 下一组。谢谢老师。第八组，第八组是蔡阳明这一组。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第八组。嗯，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组员有这四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报告我们就期中到期末总共做了拓扑和应力分析的流程。好，然后这是等一下我会报告，总共会有五点，就大概就是我们这段期间就所做的事情分成五个大点。好，然后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经过期中报告，然后我们就讨论我们下一步该如何规划，然后后来就先打算我们先去，就是先去找助教的实验室，然后先试做看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听完，就是上次老师请叶师分享的那个应力分析还有拓扑，完就是还是没有对他的如何他的结果会有怎么样的呈现，然后还有就是需要哪些限制条件没有很了解，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去先试验看看，就是大概会有怎样的结果呈现。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了解到他大概会有，他会需要给他每个零件的应力，然后还有可能如果是要拓扑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目标，就是可能要减重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下一步就是先把这个，我们这组是做台灯，然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把这个台灯的各个零件把它画出来，然后会把它组装起来，然后接着就会进行应力分析。对，然后我们首先会先对，就先计算出它每个零件的受力是如何。对，然后我们这里的方法呢，就是使用 Inventor 中的一个重心的功能，找出每个零件的重心。对，因为我们这边就我们是使用 Inventor 来把每个零件画出来，然后组装起来，所以就顺便使用 Inventor 中的重心功能，然后把它的重心找出来，然后最后再使用静力学的那个就 X 方向的力相加 Y 方向的力相加、啊、还有力矩平衡，然后来计算。但是对，但是其中遇到了蛮多问题，就在这应力分析途中遇到一些不太会的部分。首先就是这个分工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台灯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哪个零件会需要花比较久时间，或哪个可能蛮简单就可以分析出来，所以我们就讨论了一段时间。然后接着第二个遇到问题的部分，就是在那个连接板的部分，就是那个可以看到它这个台灯总共有四个杆子，然后四个杆子都会就连接在一个板子上，但是那个板子的力，就是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原本都是照规矩将那个就杆子的力可能 X 方向向加 Y 方向向加，但是它那个每个板子像是那个四个杆子连都会一起连接中间这边，中间这边这个杆子，然后我打岔一下，好不好？我打岔一下，你不需要告诉我们你们分工上遇到什么状况，我就需要知道你们最后做了什么就好了，好吗？因为时间很有限。OK。哦，好，所以，所以我们在这应力分析部分遇到蛮多问题，然后最后就想办法把它精简，然后其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最后精简出来的方案是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会有，就是台灯的头的地方的一个重量，然后还有中间这个板子重量以及四个杆子的重量，接着进行应力分析，对，然后这也是我们的过程。就是会把它相加，好，然后最后我们是讨论出，就是我们会将这个台灯以三种情况来进行分析，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三种情况，然后再去进行这个应力分析和拓扑。然后我们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会用我们画出来零件，然后带入它的那个材质，然后这个再去看它的重量，然后再带到各个我们上一步算出来的各个力，然后再带进去进行分析。对，然后我们这边的材质是使用合金钢，对，因为我们想说台灯的材质
就几乎大部分都是合金钢，所以我们就这边就直接假设它是合金钢，然后右下角这个图是就合金钢这个材料各的系数。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应力分析和 TOP 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在就 case 3的上杆，就是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它的那个它的两受力的点，它受力之后它这个会有点就是扭曲变形的情况。对，然后我们推测是我们画出杆子的时候，那个杆子我们画出来是中空的，而且其实有点薄，所以我们画出来的就这个杆件它的强度其实不太够，所以它在某些情况的时候它会有点扭曲的情形。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拓扑的时候我们不太确定我们的就是我们哪些地方要设定保留区域，然后哪些地方是不太需要，像是可以看到右边两张图，就是如果有没有设保留区域的话，就只有四个连接杆的部分它会留着，而如果设了保留区域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设保留区域是两个平面啊，然后就几乎全部都留着，所以有些零件拓扑完的结果就可能会全部留着。嗯，然后这是我们最后做出来的结果。首先是第一个 case， 第一个 case 的部分就是我们它受力之后，其实可以看到它就是两端的受力会比较大。其实基本上一切都就是这个杆子基本上都可以承受住我们的受力。对，然后可以看到只有第一个 case， 它我们有分析这个板子，因为这个板子应力比较难分析，所以我们当时就只分析了第一个 case 的板子，因为第一个 case 板子也会比较好分析。嗯，然后 case 1跟 case 2的上杆就是水平的那个杆子都会有点因为重力的原因有点弯曲。嗯，然后这是 case 3，就是可以看到就刚刚讲到这个 case 3它上面的这个杆子它会有点扭曲变形的情形，所以可能我们之后也会再选用更多不同的材料，或是将我们的这个杆子变得更厚一点，然后来改善这个情形。然后这是我们拓扑完的结果，就是这边也是有刚刚的讲的情形，就是我们有讲有将杆子还有各种零件进行拓扑。对，然后但是像第一个就是杆子进行拓扑完的话，就会只有左右两端的连接杆留着啊，其他部分就全部都会被消除。但是如果将四周加上保留区域之后，还有几乎都全部留着。对，所以这比较为难的地方。然后还有灯罩的地方也有进行拓扑，但是就是发现就是像左边就是我们没有设定保留区域，也是全部都会不见。然后右边是我们将我觉得重要部分，就是上面那个有放灯座部分进行保留的话，就下面灯罩的地方就全部都被消除了。对，不好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一些问题。你们讲太多那个心路历程，就是一个报告做分析做研究，本来就会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那最后。我就是结案报告，就是要报告你最后的结果，那你中间的心路历程需要，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在讲啊，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要结果。OK， 麻烦就还有要补充的，就针对结果就好。好，谢谢。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到我们大概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就是可能会。对拓扑方面会就更多的了解，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就目的性没有很明确，就是我们的像我们板子就是会几乎全部被消掉，所以我们会接下来会更加了解拓扑方面的各方面应用，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在应力分析方面也会可以分析的不会那么简单，然后可以分析的复杂一点。对，然后我们报告大概就到这里。好，助教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有，就是大概中间那边过程的部分，那个你们那组有放图，但是图都蛮小的，所以其实都看不太清楚。然后可以再多加一点，对，就是中间过程部分可以省略一点。然后如果要放图的话，挑重要的几张放就好了，其他不重要的就不用保留了。
谢谢第八组的报告。那么请第九组开始分享简报。第九组是、哦、是我们这一组。哎、欸，那要分享一下简报哦。整个画面吗？等一下。对。这样有吗？没有呢。啊，这没有。等我一下哦，我寻找一下。这样吗？哦，有看到了。这样可以吗？翻译也可以。可以 ，OK。好，那我量一下。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第九组，然后我们题目一样也是自文平台，然后我们的成员有四个人，就徐玉成、廖翔友、汪小成跟我，我是最后一个蓝凯威。然后、哦、我自己学校打错了，我是129。好，然后我先讲一下我们的目标，我们做整个的目标就是要增加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因为那时候我们拿来看那个样品的时候，其实有点软软的，压起来其实它都不是很踏实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增加整个结构稳定性，然后提高它的强度。然后我们哦，这是前面的时程表，这项不是很重要。那我先看一下，先直接看我们的图好了。我从这开始讲，可以看我这边有四个图片，从上面这边这个是最原始版的，就是一开始给的那个 sample 的样子。那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改善，就在这边加上了一个支撑的一个臂。支撑一个臂，那让我们的荷重的地方的话，可以有比较好的改善。那这边另外两张图，这边一二三这三张图的差别在于这个悬臂的长度。我们分析了三种不同长度的悬臂来看，对它的结构上有没有比较好的改善。好，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的分析方式是用这个 Formis Stress， 就是那是我们软体，我们用 Inventor 软体它用的方式在分析。那可以看到这张图的话，最原始的它在这个力的这力。立起来这根杆件上有比较大的负荷，都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我先帮它加上一个这个支撑臂以后，那它的这边这个应力比较集中，这个情况有比较大的改善。那讲一下这个比较特别的，看一下这支杆件，它虽然说它的力臂，它伸出去的这个力臂很短，应该说是没有，它是没有伸出去的力臂，但是它的应力的效果其实比较集中在这个角落的地方，因为它就等于就一个人在扛，不是原本是两个人在扛，他现在走一个人在扛这个力量，所以他在这个角落的地方，肯定我们圆角做的不是很好，那这边可能有点像是种奇异点，或是在分析上有点小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会不太适合，不太建议使用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材料是 ABS， 那我们现在用的材料是 ABS， 那后来我们有做了安全系数分析法，就是用 U-line 的这个方法去算，那得到的图长成这样，有点可怕，因为这材料是 ABS 的情况下，它的安全系数都非常非常的低。我们负荷给它可能给它太大了，给它到100牛顿吧，100牛顿在这个尖端的地方。所以看到这边，这基本上这几种条件都没办法使用。所以我想说，那我们换一个材料试试看。后来我们换成这个是铝合金，铝合金在做的话，如果依照原始的设计图上用的方法，它在这个立臂的这边立着这根杆子的这个部分还是有。这个安全系数只有最低的值是 1.47 哦，图可能有点小，它起来这边 1.47。那如果我们想要改善的话，我们可以换到右边这张图，这个比较长的力臂，所以它的值还是蛮大的，最小值是 1.77， 安全系数的部分最小值是 1.77。那如果换到这个状态，这大概是我们现在做出来最好的状态，就是最安全系数最小的在 2.56， 可以算是有 2.5 倍的安全因素，然后它的负荷也都不会到特别的。严重或集中，它就在最底下这个圆角的边边。圆角边边，我们认为应该是起一点的部分哦。那当然，这个单支臂还是回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它等于说一个人在扛，所以它整体的适用效果其实不太好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在实行上是不太可能。那最好采用的应该是这种，就是一半力臂不要伸太长，但是它整体也有用两只手来支撑整个重量的这种感觉。好，那我们讲一下。那我们分析了三组不同悬臂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弧长，这个弧长，这是30度弧，这是60度的弧长，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那这个弧长，当然我说我取越长越好，为什么？越长的话，我们就有越大的工作角度。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一个数学模型，就说这是我的力臂的长度，力臂如果全部都立起来，这是连心线，会造成我的这个倾角变得比较大。那如果我的这个悬臂本身就很短，那我这边可能只要一半的高度，我的夹角就会变小。我的工作的整个范围，可以运作的范围就会变小，所以你说哦，力臂越长，我
我可以很大的工作范围，但相对我能够承受的负荷就会变短，就像你手伸比较远，力臂承手臂扛不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大概简单算出来，如果在60度弧的对应角度是 51.6 度，可以进入到很大一个范围的工作角度。那如果反过来只有30度弧还是 38.6 度，那最小的话就只有那单支臂的是只有 17.3 度，它的工作范围就比较小，那基本上也不太很难实际应用。好，那反正这个数据我讲一下，这些数据其实刚才公式里面看到这个 D 就是这个连心线，这个力臂的两个端点之间的连心距离。那高度是这个上下盘的差，然后小 r 是底下这个小盘的半径，就是这个圆啦，这三个点点端点的圆所连成的圆的半径。那这是我们的计算用 Excel 跑出来的值，哎 ，Excel 跑出来啊，在这边 Excel 跑出来的值。那这个图其实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说根据我们悬臂的长度，你可以去，我们可以去决定说，哦，我们的工作角度，例如说我今天有个需求工作角度要到30度左右。那我其实我们的力臂就可以缩短一点，不用做到那么长，因为如果你做越长的话，我的负荷量，我能够负荷的负载就越低，所以这个是根据需求可以去选择我们需要的悬臂的长度。然后这边有个简单的推算公式啦，那这个 R 值，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位数放大，它就是 0.9998 左右，对，那基本上在这个公式上，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大问题啊。那如果你要在往上延伸是也可以的，如果你必须要在比较大的工作角度，只要超过60度，那也可以把这条线继续往上延伸，就可以得到比较长的一个臂长。那但当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去计算说，哦，如果在这个臂长变长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负荷可能就要再更小一点，要根据我们原本假设是100个牛顿在那个尖端，在这个，哎，看一下，在这个力臂的尖端，那如果再更长的话，那我们的负荷可能就要再减低一点。好，那结论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些部分，就说所有的，不管是哪一种，有一根杆件有加支撑臂的，没有加的，这样最大的这受力都会在最底下那个根部的地方，所以那个根部的地方可以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做加强。那如果再额外再加上一个支撑臂，就像我们做的有两根杆件的情况下，那应力的集中基本上会改善，就说它会比较分散在两个地方。那第三个比较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整个做出来会发现，哦，如果我们需要比较大的工作角度，就只能承受比较低的负荷。那反过来，如果我需要承受比较大的负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减少我们的臂长，牺牲掉部分的工作角度，让它有比较好的支撑的状态，整体结构会比较安全。那大概是这样。然后这是我们的简单一个分工表，这边是我们的参考文献。好，我这边提一件事哦，就是你刚刚有一个那个二次函数拟合，然后有三个分析点。然后你看到你那个这个分析啊，100%准确。我这边提一下哈，二次函数啊就只有三个未知数，所以你把三个分析点丢进去，当然是100%正确。所以你提的这个 R 是一，当然是一，因为三个未知，你三个实验点带进去，就决定了一个二次函数。没有，其实它那个点没有到全部都对。那我讲的有错吗？你有三个未知数，你有三个实验点，你做 Excel 的二次拟合啊，是，就你的函数一定会通过那三点，我讲的没错吧？对，对啊，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你应该，你今天要提说它这个很精准，你应该要有更多的实验点，才能知道说这个拟合是不是真的二次。那很有可能它真的是二次啊，因为你这些数据是从一些解析的方程式，就是一些数学计算推算出来的关系嘛，哈。那你推算的那个数学，它原本可能就是二次关系，所以你把它臂长跟工作角度呢丢到这一个分析里面呢，最后你得出来也可能是二次关系，很有可能是对的。了解，只是说你的论点是有疑虑的，然后纯粹是针对这方面给你建议啊，所以你可能在期末的时候可以再，比如说我再多分析几个点，你有三个未知数，你可以放五个点、六个点，结果它还是符合这个二次曲线，那就表示说你产生出这些点的这些资讯。
就是基于二次关系产生的嘛，所以你拟合的时候，它也是二次关系。哦，好，大概是这样。哦，了解。那不过你这方面的分析是蛮好的，就是说给这个设计者可以作为这个精神很好，就是说是设计者可以了解说 ，OK， 我有工作需求，那我的设计可以有范围的，我需求大，我可能设计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改良，这个观念很好。好，以上补充，那下一组，谢老师。好，那我们请第十组的同学。那请第十组的同学开始共享简报。喂，有声音吗？欸，有声音。好，那我们是第十组，我们要做的是力平衡机构优化。那这是我们大概的心智图，就是有不平衡力矩优化，然后动态模型建制，然后受力分析跟最后的材料评估跟结论。那我们主要做的是最小化我们的不平衡力矩，因为不平衡力矩会造成力臂的晃动，所以我们要让它最小化。那我们改变的参数有预拉伸量，然后弹簧常数跟小臂长，然后旁边是我们的流程。喂，那再稍微讲一下说，从刚才流程可以看到，就是先可能要先建模型，然后要根据一些参数去调整说，要确定就是那些参数可以变化的范围，那最后就是定需要的目标函数，还有限制条件，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最佳解。那可以看到，就是先看一下左上角这个机构简图好了，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三个变数，那第一个就是小臂，这个左边这个是小臂，小臂就长度，那还有这个 L1 是大臂，那我们是就是先假设说这个机械手臂只有这两个，那其他的就是基本上都是被简化，那这个大臂会有一个重量，就是这个 M1， 那我们是设100公斤。然后大臂的端点会有一个 M2， 就是它的负载重。那这边有一个弹簧，是就是以这个弹簧力，它会负责帮忙在这个大臂在承受一些负载的时候，那帮它去就是把它提起来，然后让这个轴心的这个马达可以减少它的重量，对，减少它需要支撑的力啊。那最后就是希望借由调整这个小臂长度，还有这个弹簧在，怎么讲？小臂跟大臂在它们平行的时候，就是原本这个 C 打 two 是零度的时候，那这个弹簧就已经预先给它一个预拉伸量了。还有这个弹簧本身，它的弹簧常数是多少啊？那就是借由调整这三个参数，那我们希望可以当整个马达在这个 C 打 two 就是大臂在这个跟小臂平行的时候，到80度的时候，那是希望说它可以让弹簧去帮助马达减轻最多的这个力矩，然后左边这个右边这三个大概就是他们那些重量造成的力矩，那这个 M 是这个 M2 就是负载造成的力矩，然后 G 是本体，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 M 是 F 造成的力矩，就是弹簧的力，然后它会随着 C 打 two 的变化。那它包含这个弹簧也会有长度的变化，然后 TG 是负载的这个力矩，我其实上面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偏重力矩，我这边应该是 M 才对，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整个的弹簧负载造成的力矩减掉弹簧的力矩，那我们是希望它这个不平衡力矩，就是最后马达所需要去负责支持的那个力矩要最小。大概是这样子，那这边是先就是为了找这三个变数的范围，所以说画了一些图。那可以看到说，如果这个小臂低，
在不同长度的时候会看到说整个弹簧的变形量会有这个大小变化。那如果让小臂的长度越长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低从 0.1 跑到 0.6， 是这里。那最后弹簧的变形量会越来越大，但是一般这种拉伸弹簧它在拉伸的时候，它可能自由长度是多少，那它就限制说，比如自由长度是10公分好了，那它可能就限制说最多只能拉到14，所以说这一个 变形量也不能太大，要不然超过之后它就没办法回来，就没办法回到弹性限度。那第二个是，当我假设小臂长度的时候，那这个预拉伸量要多少？预拉伸量有好几个，是定了好几个。那我们这边是先假装弹簧常数可以变啊，那实际上那个应该是选了一个弹簧它就不变了。那可以变是让说，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弹簧就是弹簧常数如果有变化，然后它在不同角度的时候都已经整个把这个偏重的那个重量造成就是 M1 M2 造成的力矩给平衡掉。那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今天小臂长度是 0.1 的时候，这 K 的变化范围会可能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比较大，从100可能到70几。那随着这个小臂长度增加，就是小臂长度增加，那可能所需要这个弹簧常数它的变化量就会比较小。所以主要是想表达说这个低 0.1 0.3 0.4， 那随着小臂的长度变化，这个所需要平衡的弹簧常数就它 变化量的范围就会从可能原本是30几，那变化到成个位数，就是或者是十几。那最后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它的边界条件，就是说可能低的范围要是多少多少，比如它可能不能比 0.1， 它可能不能到 0.1 这么小。那这个 X 点可以看到说，随着这个小臂跟大臂在零度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弹簧的预拉伸量，那它如果预拉伸 0.2 的话，就原本弹簧长度的自由长度比较短一点嘛，长一点，那就是反正就是他们的变化可以造成就是也是会对 K 的变化有一些关系，大概是这样子。原本如果预拉伸量只有 0.2 的话，它变化量比较大，那预拉伸量越大，那最后弹簧常数变化范围就比较小一点。那最后就是把刚刚得到的边界条件放进去，就是放这样子，就是弹簧的预拉伸量是 0.1 到 0.6， 那我们是希望弹簧常数的范围从10到 40， 那还有是小臂的长度是 0.2 到 0.6 这样子，然后还有放入一些刚刚设计的这个重量。然后右边这边就是可能我们抓说刚刚有一个目标的函数，就是那个不平衡力矩嘛，那最后可能要去凑说等一下我提到好了。然后这边就是刚刚的那个上下条件，然后最后就是我放一下刚刚要的那个数值，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目标函数，那它基本上有点像是误差函数那种感觉吧，只是有可能这个偏重的不平衡的力矩，然后把它最大值取 0.5 倍的这个比重，然后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的差值我也把它取 0.5 的比重，然后我们是希望说让程式去算的时候，它最后得到这个最小值就基本上可以代表了这个整个这个不平衡力矩的表现。那右边这个是另外的限制条件，就是在讲说整个弹簧的变形量不能太长这样子，那最后是算到值这样。就是可以看到说预拉伸量是 0.1， 然后弹簧常数是16，小臂长是 0.32。这里就是讲一下说，就是因为我们算出来的值，那我们可能为了去验证说这个值正不正确啊，所以我就试着调一下这三个变数。那这个是比较偏我们刚刚算出来的那个 0.1 16啊 0.32， 那可以看到说最后这个 TE 它是长这个三角形，然后蓝色的。那如果它从这个预拉伸量从 0.1 变到 0.2， 那就是变成说整个不平衡力矩到最后可能又变成负的。那负的就是代表说今天可能大臂在上升的时候，底下的马达反而是要施给它一个往下的力，因为弹簧拉超过了，就是黄色这个弹簧造成的偏重力矩。
那如果黄色的比橘色还小，哦，这个就是蓝色基本上就是这个偏重力矩减掉这个平衡弹簧造成的力矩。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希望这两条线要相近，但是它又不能黄色比它还要大，像这样子。然后这边也是调整，调整就是换调整 K，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也是没有很好啦，最后应该是 K 大概到15，然后如果增加的话就变成弹簧常数太大，然后弹簧压太多的力，拉太多的力给它，那最后是改变这个小臂的长度。我这个可以看到说就是变成这个不平衡力矩在最后的时候反而是越来越增大，那它就超过了一个值这样子，然后这个是算出来的那个结果啊，就是变成减小这个小臂长度，然后这个可能又减更少，然后就变成弹簧几乎是没有帮助这个马达。之后是就是拿刚刚计算的那个长度啊，跟去做建模，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下这个。那这边是我们是让弹簧是绑在这里啊，等一下也会看到，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大臂，它就是从0到80度这样子跑。然后这边是刚刚设计的这个小臂的长度，然后它在原本0度的时候会有一个预拉伸量这样子，然后大臂长。好，接着我们比较选了两种材料，合金钢和铝合金3003，然后我们去分析了它的应力和应变变化，然后左边是合金钢，右边是3003，然后看到3003相符强度稍低，然后合金钢的强度比较高一点。接着我们拿合金钢去拓扑最佳化，然后发现它会吃掉里面的那个零件，然后变中空的，像右边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尝试在中间挖了一个孔来降低那个耗材，然后使它最减，对，最轻。接下来可以比较在合金钢挖完孔之后，然后它的那个强度，哎，它的应力没有特别的提高，所以就是这个挖孔位置算是安全，然后也还行，不会减少它的强度，然后牺牲一点强度，然后去减少它材料的使用。好，那我们有比较那个圆形设计，然后跟拓扑设计完之后的那个大臂。那我们圆形设计，他们总共，哎，它的质量原本是333点多，那经过拓扑之后有319。那因为圆形设计的质量为333，然后以每公斤计价的话为13元，所以会需要4338元。那经过拓扑之后是319公斤，然后会需要4157元。但是相较于圆形之下，我们可能会需要再多一个制程的费用。那就要考量是不是真的有符合 CP 值这样。那这是我们综合金刚跟铝合金的在那个 MadWeb 找的图表。那材料特性的部分，可能要稍微综合金刚就是好，综合金刚有可以借由就是需求然后去改变性质。那铝合金的话就是轻量高强度，然后但是铝合金相较来说比较贵。那我们选择材料是比较偏向使用合金钢，因为合金钢应力在分析之后相符强度比铝合金的还要大，然后我们又考量到实际成本，所以合金钢较便宜，而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分工表。好，那请问老师有需要补充的吗？我觉得这一组已经很完整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组，就是几乎各方面都已经安排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以他们为这个目标啊，去 follow， 对，我觉得蛮不错的。好，那下一组。对，我觉得这组做得很好，不过有一个比较缺点的部分，就是在 MATLAB 的图上面
有几条线是黄色的，那这个颜色就会在简报上看不太到。如果说之后要做 presentation 的话，可以对那个图片的展示多做一点调整。好，那我们请第十一组。谢谢。第十一组是王耿豪这一组。喂，前面有声音吗？有。好，那请分享画面。这样有吗？诶，没有，没有看到画面。好，等我一下。好，那大家好，我们是第十一组，然后我们这组的题目是自稳平台，然后我是刘秉睿，然后我们这组的组员有刘成伟、李承志跟王耿豪。那这是我们的目录，这是研究动机、目的，然后概念设计、评估、机构设计、机构分析跟结果讨论。那我们的动机跟目的就是，我们的动机就是上完老师的课之后，然后让我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做个自稳平台。然后目的的话，就是我们有去查资料，然后在资料过程中我发现，就是传统的自稳平台都是差不多是陀螺仪这种的应用，然后像自拍棒啊、三轴稳定器这种传统的机械结构，对。所以然后我们这次要做的就是用电控辅助传统机构，然后让它稳定的自稳平台。然后下面这三个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做完之后要强度提升，然后降低成本跟降低重量。好，然后接下来到我是王耿豪。首先我们要从现有的几种自稳平台的结构来稍微做个分析。首先这是第一种，这种双环形结构，它把载物平台放在两个环状的结构的中心，然后这两个环状跟平台是用罗马达来做连接，来用这种方式来调节 X 转向跟 Y 轴转向的平衡。它的好处在于说，因为它没有很高，所以说如果急停或是急加速那种很大的加速度的话，不会让它整个晃有很大的晃动，稳定性比较高。但是反过来讲，因为它的结构就是整个横向，所以说它的载重力会比较有限。然后第二个就是液压杆结构，就是也就是刚刚有讲到的10瓦平台前几组，他们用油压杆，然后再配上万向接头，然后可以让整个平台达到几乎是有全自由度的一个平衡方式，而且油压杆的耐重力跟持久力都非常好。可是问题是它非常贵，而且又很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第三种是连杆式机构，就是用杆件把从下面的平台到上面的载物平台做一个连接，然后中间的杆件跟杆件之间用马达来做，也是用马达在做旋转来调整 X 轴转向跟 Y 轴转向的平衡。但是这种因为它是用整个连杆的方式，所以它稳定性所以它可以吃住较重比较重的物体，但是相对之下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差。然后就是我们，然后，所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我们想要结合双环形跟连杆式的优点，就是同时达到平稳定跟适当的载重量，然后又不要太高的成本，所以我们决定说配合伺服马达还有电控系统，将如果这个设计可以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尺寸放大，应用在各种的工业上，工业的载具或工具上。然后接下来是电控系统，电控系统就是我们用两个可以用两个伺服马达，就是分别控制 X 轴转向跟 Y 轴转向，然后这两个马达的速度扭矩比较高，因为我们的材质应该会用到的金属的材质，然后同时用 INU 就是量测重力的感测器来放在那个平台上面，来感测说现在的重力方向在哪里，然后透过这个方块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那个感测器我们可以判断出现在实际上的角度重力的方向在哪里，然后我们及时让马达输出一个可以给它补正的一个扭矩，然后用这个方式然后来达到整个平台稳定的一个呈现。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机构设计。那
右边张图是我们的组合图，那这是我们初步设计的一个设计原型。那我们会在这个右边这个桌面下面装上我们刚提到的 IMU 感测器，那它会将我们收到的上面施加的重量，然后的数据及时转换成 XY 轴方向马达要输出的扭矩大小，然后达成平衡的效果。那左边这边是我们的主要的几个零件，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支架，第二个是有两个这个 M 字型的这个 M 型板，然后第三个零件是 L 型板，然后也是有两个放在这边，然后第四个就是马达，有两个。那我们机构原理就是，我们认为智能平台的目的是要让上方平台保持稳定的平面，然后不会偏转，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忽略掉绕着力轴方向的旋转，那这样也可以大幅简化是我们设计的原型，因为这样我们只需要考虑到2D 方向，就是 XY 轴的补偿偏移量，然后我们利用到陀螺仪的原理作为我们的基础设计的机构。那再来是我们的这个作动图，那像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的作动方式，那 XY 轴就是下面这个靠下面这边做 XY 轴的偏转补偿，然后再来是 Y 轴， Y 轴是靠着上方这边的马达做一个偏转补偿，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机构分析。那我们一开始假设的 case 是我们材料是选用铝合金3003，然后马达的规格是大径50，小径20，那这是保持不变，就是我们帮它定下来的一个规格。然后上面的承载重力我们是选用100牛顿，然后两个马达个别输出转换成输出的扭矩是个别输出100牛顿米。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分析出来有哪些地方比较承受主要的应力。那第一个是因为这边就是有因为配合件产生的危险应力，那我们选用的方式就是在这边加上热，提升它的强度。那第二个最佳化是，我们发现支撑圆柱这边有一个受到一个主要的应力。那我们考虑到马达尺寸是固定的情况下，所以我们不去做加粗这个圆柱的条件下，那我们仅做这个大圆角的加工。那第三个是在直角处容易产生这种应力集中的部分。那我们选用的方式是想说用导圆角，然后来消除它的集中应力这样子。那再来是我们分析的前后对照图。那我们再用相同的负载条件，我们再去跑一次，我们发现，跟我们修改前的有明显的变得比较好一点。对，然后就是大部分的地方都有比较强度都变大了，然后平均的应力强度也变在下降了这样子。那第三个是我们的最佳化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成本。我们成本考量就是我们想说可以用简单的设计，我们的机构都形状也很简单，然后可以降低加工成本，然后也使用相同的零件组装，这样比如说那个零件坏掉的时候可以增加它的替换性，这样可以大幅减低我们的制造花费。再来是重量的最佳化，就是我们利用到 SOLIDWORK 的拓扑最佳化，然后去除掉一些承载的应力比较低的地方，然后舍弃掉一些不必要的材料，以减轻重量，但是我们同时保有我们原有的强度，像我们这边都做了一些除料，包含这个 M 型板跟我们的 L 型板这边，然后这样我们设定的是重量降低 30%。那接下来进入到结果讨论。然后我们一开始原本打算用 3D 列印的方式，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POA 这个材料很容易变形，所以我们改用313铝合金。然后我们跑完了一次，我们第一次设计的模板设计完之后，然后我们发现有很多地方会应力集中，所以我们修改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最佳化，然后有达成我们期中报告的时候定的方向。
然后降低成本的部分就是我们用重复的零件，然后来降低我们的制造成本。然后减低重量的话，就是用最佳化，然后来把不必要的地方给去除。然后强度提升就是在我们应力集中的地方加热啊，或者是导圆角去除应力集中。然后这是我们的分工表，这是我们的参考资料，谢谢。OK， 所以你们这一组有提到一些电控的，算是那个部分是等于说补充，算补充资料，对不对？对，就这样。没有花太多篇幅。OK， 但你们应该没有做出来吧？嗯，没有，没有。你们只是对、啊、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这个实际假设要做出来，当然就应该要探讨控制啊、哦。那个但是因为是机械设计课，所以你们还是就是会拉回主题这样。我觉得很 OK， 给出我们的方向。那 OK， 没问题啊。那你们在那部分的这个经验，其实你在机械系统设计实务就会用到，所以我觉得 OK， 只是我厘清一下。好的，那下一题。谢老师，好，那我们请十二组开始简报。十二组是陈伯勋这一组。这样子有看到画面吗？有看得到，听得到声音。好，声音也是清楚了。那可以开始了吗？请开始。OK， 好，那我们是第十二组。那我们做的结构呢是立片的结构。那我是程序员，我是报告者。那我等一下会依序由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来去做报告。那我们这个是目录，我们等一下会依序从我们所设定的原始目标，然后做自由体图分析，然后再建 3D 模型。那应力分析的话，就是直接将我们从自由体图分析完的力丢到我们建立的 3D 模型上面去做应力分析，然后拓扑跟最佳化方程式呢，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去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部分呢是做材料选择，然后再去看它的减重效果。OK， 那接下来我会依据有，因为我们有做了三个的模型，所以依据来介绍。那第一个讲的是目标，那目标是因为说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平衡台灯，那每种台灯当然固然它有它的设计好处，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力平衡型台灯。那有三大目标，第一个是结构减重，那我们希望透过方式是透过拓扑功能。那第二个是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不外乎就是从材料的这个地方去下手。然后第三个是提高强度，那我们在做完拓扑分析之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它的强度能够维持在一定的值。那自由体图分析，那我们先从第一个 model 开始。原本这边应该要有 3D 模型的，不过这部分是傅同学做的，他上礼拜周末的时候整个电脑爆掉了，所以这边我们就先暂时用成品代替。那右边的话是我们的自由体图分析，那这个是中间这个部分是旧这个产品的自由体图。那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弹簧原本应该是斜的嘛，可是我们在做自由体图的时候为什么会变成横的呢？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应该说它不同的台灯它放的弹簧的位置都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会找到一个基准值能够方便去让我们去做参考，所以我们都后来考虑都把它的弹簧放成是一个横向，那它只有 X 轴的方向力，并且是放在它的连接杆上面的一半的强度位置。OK， 那接下来这个是傅同学他自己算的自由体图分析。那你可以看到的是，当它是垂直的时候90度，它是只有 Y 方向的力 26.95 牛顿，那它逐渐开始变有点斜的，变成离地表是60度位置的时候， S 方向力也开始产生是 2.1806 牛顿。那越来越斜呢，变成30度的时候呢，它的 YX 方向的力就变成 39.1698 牛顿。那你可以看到很合理嘛，因为它会当它越斜，它 Y 方向的力就会需要越大。那这个是我们将我们所分析的力放到这个轴承上，因为我们判断这个东西的好坏是从它所有的力施加在这个轴承上的力去判断。那我们将我们刚才算出来的力呢放到这个轴承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在90度，也就是垂直位置上，可以很明显看到它只有在 Y 方向有力，所以它的应力分析的话是这样子。那它是 7.6 MPa， 那到越斜的时候变成30度的时候，它会提升到23 MPa。
那接下来是我做的 Model 2。那 Model 2的话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 Counterweight 型的台灯。那 Counterweight 型它优点很明显，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它因为要做 Counterweight， 所以它这边多了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重量在这边。那这个当然在转台灯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那一样为了做方便分析，是我们的弹簧也是放横的，那一样也是对这个轴去做判断它的好坏。那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在90度的时候就已经到 18.91 MPa， 然后到最斜30度的时候已经到 63.78 MPa 了，很明显比刚才我们第一个模型还要来的大很多。那也可以很明显看到呢，它最大应力出现的地方其实是在它的销的连接处这边，红色这个地区。那第三个模型呢，是我们李同学他自己做的，他是直接从他家里拿他们自己家的台灯来做。那他们家的台灯刚好也是一个立平衡型的台灯。那他的台灯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是用两组平行视线杆去做的。那这个是他所写的自由体图分析表。那自由体图分析因为他是用两组平行视线杆，所以他这边就直接画一个机构简图是这样子。那可以明显看到他在90度的时候一样，他也是只有 Y 方向的力。那到变成60度变成更斜30度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 S 方向力越来越大，60度的时候是153牛顿左右，然后到30度的时候变更大，460牛顿。那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其实都比我们前两者算出来的 YX 方向力都要大很多。那我们后来想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平行视线杆是有四根，每一组都有四根，所以那等于说如果我们都算这四根进去的话，那就会比我们前面都只用一根甚至于两根还要算来得多。那这个是我们直接把它的力放到它的那个销上面去算。那可以很明显看到90度的时候它已经有 38 MPa 了，到30度的时候呢就已经到 264 MPa， 这有点夸张，所以代表说我们可能在它材料重量的判断上面可能会有问题。那这个是我们将那个力放到它的主要连接杆上面去看它说它的力分布是怎么样。那一样90度的时候可以看到很明显它是只有单纯受 Y 方向的力。那当60度30度的时候呢，因为它受到 S 方向力，它的主要连接杆就开始变成有一个曲形的形状，那就代表说它这边又开始受力了。那拓扑分析呢，这个是李同学做的。那他做拓扑分析主要做两块，第一个是做连杆，做对连杆做拓扑分析。那因为其实连杆就已经很简化了，所以它实际上拓扑完之后其实没有所谓的太大再去删减的价值。那材料选择上面呢，我们材料考虑的是两种，一个是灰铸铁，一个是合金钢。那它算出来，我们把它丢到沙丘沃克算之后，发现它用灰铸铁会比较轻，155克，然后用合金钢的话是166克。那当然，合金钢它的抗拉强度是更高的。OK， 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同学他去找那个他的材料价格，那也可以很明显看到灰铸铁其实比合金钢还要便宜很多。那因为我们前面一个拓扑它没办法成功嘛，因为它是已经算是已经非常简化，所以我们下一个下手的地方就是从灯罩下手。那灯罩它做拓扑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一样也是用灰铸铁跟痕迹钢去做分析。那做拓扑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它因为它是主要是这边有个灯泡的力量在承受在这边，那如果我们就这个方向去做拓扑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它其实可以缩小非常多。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为什么要做一个宽斜，原因是因为它需要聚光嘛，所以代表说如果我们做成这样子的形状的时候呢，那它聚光效果究竟好不好，或者是我们需要另外去做聚光的一些设计，那这个是需要再去做讨论的。不过很明显看到它的材料被切掉的是非常多，原本是1500多克，它变成说只剩500克左右。那接下来是做最佳化方程式，是我做的。那我使用的方式是用 Tyson Sci-Fi 模组里面的 Minimax 演算法。那一样第一个我们会需要找它的关系式。那关系式的话，我这边想到的是两个关系式，一个是力与弹簧常数关系。正确来讲，应该说在弹簧限度里面，我们应该是希望是个线性嘛，所以我就原本希望是 y 等于 ax。不过后来我把我们所得到的力量值丢到 Excel 去算它的线性拟合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它后面多加了一个补正的项，所以变成是 y 等于 ax 加 b。那我后来去想的时候，发现说，觉得这个 b 应该是所谓的它的锁紧力，就是它销跟销连接的时候，它在转动，它应该会有一个力，会让它有点就是阻力力，会让它抵挡它去转动的力，所以我在想有可能是这个力的关系，所以我在关系式上面的话就多加了一个 B 的这个选项。那第二个关系式的话是拉伸弹簧的常数以及弹簧常数的关系，那这其实主要就是算我的弹簧常数，那中间这个是它的其中一些参数，下面都有解释。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变成相关参数的话，第一个我会需要目标函数。那我们要就什么东西做最小化？我一开始是希望说它的初始收集是最小的，因为如果初始收集最小，代表说你要转动的时候它是越方便的。那先是参数的话呢，我用了两条利与常数的利与弹簧常数关系，第一条跟第二条，一个是 2.18， 一个是 39.16989 牛顿。这个的值是从普通学我们第一个 model 得出来的值，因为它算出来的值是最小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打这进去。那 L 呢？ L 是指说我的弹簧它摆放的，我们原本一开始预计是它一半的高度，但是我们希望说可以调整它的这个 L， 让它的位置是更加，因为如果我的 L 越低的话，我的弹簧事实上可以做的越小。那它这个跟这个有关。那第三个先是参数呢，是从拉伸弹簧常数跟弹簧常数关系出来的，这个 k 等于我的 g 乘第四方的这个。那我们希望说，我弹簧常数的确算出来，但是我不希望说我的线径啊、平均径或圈数它无限大或无限小，因为这个不太合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需要去设定一些边界条件，让它是在我们期望的合理范围内设计出来的一个弹簧。那这个是实际出来的，我们用 Tyson 算出来的最佳化结果。初步结果会发现说 ，OK， 它算出来了，那它原始预计希望的圈数是 8.25 圈，不过因为我们做弹簧，我们需要整数圈的关系，所以修正成8圈。那8圈的话，你会发现修正之后的弹簧常数是 1.65， 那原本希望的是 1.6， 所以代表说，那你这样子横向方向，也就是 S 轴方向的力就会不一样。我们期望的是 2.18、39.1698， 但是它这边变成 3.7 跟 41， 那这边就差了非常多。所以后来我们进一步调整结果，我们一开始原本是只有考虑将收集最小化。那后来我们就同时也考虑了修正，也考虑了圈数，也要希望让它是最小化，让它尽量越靠近我们的边界条件的整数值越好。所以后来呢，我们调整结果完之后，算出来是计算圈数变成5圈，那修正圈数站也就5圈，就代表说它的横向方向的力啊，基本上也会一样，因为它算出来的弹簧常数跟我迭代出来的结果的弹簧常数也是会一样。OK，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OK， 那我觉得这边做的还不错，而且简报的时候有用那个画笔在上面画图，然后简报的很清晰。不过就是程式的部分，可能我觉得可以把 code 附在那个文字报告里面，让我们知道你们确切做了什么事情。有，我们已经把它附在 Word 上面了。好。那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再对程式输出的结果，然后可能可以和 SOLIDWORKS 之类的比较，就是和其他程式的比较，看一下交叉验证两个程式之间的结果是不是相同的这样子。好，是的。好，那第十二组到这边就好，那麻烦第十三组开始报告。助教，我箱的这样有声音吗？OK， 有声音，那麻烦分享画面。好，那我共享一下画面。现在有吗？现在有吗？共享画面的话。现在没有呢。等一下。共享画面。可能要选取分享整个画面，而不是单一分页或者单一应用程式。这样嘞，现在。这样有了。OK。等我一下。那请开始报告。好，那好，大家好，我们是第十三组。那第三组，那我们的这个组员有杜子阳、戴伟成、吴义成跟李方成。然后我们的主题是自稳平台的最佳化设计。对，好，那这是我们的目录。我们第一个就研究的东西，然后研究目的，才要选用共同设计跟评估，还有这个我们的。结果一讨论，这样，等一下我先把这个隐藏一下。好，然后第一个研究动机，因为一般自稳平台主要是应用在这个摄影设备，就是相机或是手机会居多，因为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如果用手拍的话，难免手会手抖，所以我们就如果放在自稳平台上面才可以拍出这个最好的照片。然后我们的自稳平台，我们的目标是设定一个15公斤的一个鱼缸，我们是把15公斤鱼缸设定成我们的这个这个最后能承受的这个目标，这样。然后因为其实台湾是一个蛮
台湾是一个蛮常发生地震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抗震就是耐，就是在地震的时候比较不会摇晃的这个因素，我们也把它考虑进去。好，然后研究目的，那我们首先会在透过这个 event 啊，这个沙利沃克的这个静态分析，我们会找到这个静态分析，我们会找到这个 L 型梁它整个的受力的这个状况，然后找到它受力的状况之后，我们会找到这个它结构中它会受到最大应力的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性价比，那性价比其实就是 CP， 那我那个接下来后面讲到性价比的时候，我会直接用 CP 值代替，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懂，就是选择这个 CP 值最高的材料，就是可以承受负荷，然后才相对又不会那么贵的材料，对，然后最后我们再用拓扑分析进行挖料，这样。好，材料选择。那我们这次针对五个材料，就是这个 ABS、PEI、PBT、PPS 跟 PVC、PVC 这五种塑胶，然后去针对它的抗拉强度、弹性模束、不重视比、质量密度跟价钱，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表，这样，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OK， 第四功能设计与评估。好，那我们对这五个材料进行分析。那我们会先设定这个 L 型梁的下方，就是对，就是这边会把它设定成这个固定端，然后上方，对，就是这个地方负载可以就是设定成这个15×3，会15×3是因为说我们的目标是这个15公斤嘛，那我们有三，我们这种平台上面有三个梁去支撑这个负载，那我们就是平均一个梁就是收到这个15×3公斤，就是这个49.65牛顿的这个负载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这个网格分析，然后我们现在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设定是，在分析的当中，我们会设定这个大位移解法。好，那我这边跟大家提示一下大位移解法。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变形量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是它变形量非常小，然后不会影响到这个结构它抗负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变形量，忽略这个变形量的影响。但是假设今天这个结构它受力之后，然后它产生的这个变形量是非常非常大，大到会影响到它对这个结构抗负载能力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大位移解法。那因为我们刚开始还不知道说这个，刚开始还不知道这个结构会不会就是它的这个负载过大，然后影响到它这个变形量过大，所以我们就先设定这个大位移解法，那个比较保险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得知它这个塑胶它的这个受力强度。好，然后这是 ABS 的应力图，然后位移跟应变，就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好，这是 PEI 的。然后这是 PBT 的。好，这是 PPS 的。好，然后这是 PVC 的应力跟位移还有应变。好，那然后我们针对这个 49.15N 就是5公斤，我们静态分析结果，我们把这五种塑胶，然后它的降幅强度、弹性模数、不重视比、它受到最大应力、最大位移应变跟它的密度，我们把它做成表格，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好，那最后我们整理出来之后，真的可以承受这个 49.05N 就是5公斤力的材料是，就是这两个，然后这两个各位你们可以，虽然两个都可以承受，但是他们的价钱你们各位可以看一下，对，然后就是后面我也在后续再做说明。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计算这个材料的它的安全系数，那我们上方这个图是我们的 L 型梁，我们把它简化，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拆解，然后我们要求这个，对，求这个 BC 梁，我们要求它的这个就是在右边这个 C 端支架公斤的力之后，它会有它产生的扭曲跟它的反作用力，这样我们要把它求出来。好，然后我们针对它去做分析之后，画这个力矩图之后，可以求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扭矩是负3.338牛顿米，然后它的这个最大应力就是
49.05 N 这样。好，然后接下来我们针对它的这个拉伸或压缩应力，我们去算，就是这个25.035 MPa。好，然后下面我们有看到这个 ABS PBI 这五个零件，就是他们的抗拉强度，然后我们这五个数据是从这个网络上找到的。OK， 然后我们之前在上课我们有讲到这个 MSS、MSE 跟 MDE 的这个分析法，那我们针对每个材料去，针对每个材料去计算，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 PEI 它在算就是它的安全系数是最大，它会是我们的这个最佳材料。OK， 那通过这个静态分析还有安全系数，还有我们最终材料选择中，我们会选择 PEI。那为什么会选择 PEI？ 是因为它跟 PPS 相比来说，它的这个重量比较轻，还有就是它的相比价格，前面价格也有看，就是到各位有看到，就是 PEI 是52点多的。个52点多元，然后 PPS 是111块，那其实它是大概 PEI 是 PPS 的不到一半，所以相对价格是低非常多的。还有就是它跟 PEI 都，还有是它可以承受目前我们的这个负载，这样。好，那最后我们对这个 PEI 进行拓扑分析。那首先我们设定这个 L 新娘的固定端，就是各位现在可以看 A 图，它左下角这个绿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固定端，然后我们的负载位置就是右上角这个紫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负载位置。好，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设定好要保留的部分，就比如说我们 L 型梁的两头，就是各位看 L 型梁，它的就是这个两个长长的地方，它的那个它保存区域，就是它留的部分一定要 3mm 这样，不然会太少。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设定这个目标减重是 25%，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右下角这个 2A 的结果。然后得出 2A 结果之后，我们再用经过人手切割，好，那我们就得到这个右边就是我们人手切割之后得到这个最佳化设计。OK， 好，那这是我们 PEI 减重前。各位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质量是这个 0.049935 公斤。好，那我们减重之后，我们的质量是 0.012193 公斤。那我们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减重的 18.79%。 好，那我们接下来减重，我们接下来就是伸手挖料之后，我们就是针对这个 PEI 我们去做这个应力的静态应力的分析。那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对，那其实它我们把它减掉之后，其实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负载，它的这个强度是 OK 的，是承受负载的时候它也不会，就是可以看对照一下右边这个表，它承受负载之后是也不会产生什么，就是什么破坏或怎样的。对，好，那最后结果一讨论，那我们根据拓扑分析法就是我们在减少材料、减少成本的这个然后减少重量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成功减少这个 18.79% 的质量。OK， 好，那这是我们的时间表跟分工表。那首先我们就是1月29日到12月5日是完成运动机跟目的，是我们这个肚子量完成的。然后12月6日到12月12日选择最佳材料跟描述这个制程是。这个赖伟成，还有这个 SOLIDWORK 的应力分析跟拓扑也是这个赖伟成他完成的，对。然后到最后接下来写完这个结果与讨论还有参考文献是这个李方成同学，然后1月2日到1月18日就是这个完成 PPT 跟书面报告，还有就是今天报告就是我吴一粉，这样。然后这是我们的时间表跟分工表。好，那这是我们的参考文献。好 ，OK， 那我们的报告再到这边结束，感谢大家。好，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中间公式推导的部分，是你们用另外的软体做的吗？因为那看起来和不像是用 PowerPoint 做出来的。中间，等一下哦。
助教这样有看到吗？我在转这个吗？对对对，在这边这边这边。这个、哦。请问一下，这一页是参考网络上的资料吗？还是你们用另外其他软体做的？这个吗？这个我可能，这个我要问一下，这个我要问一下那个助员。哎、欸，那个是用手写的，然后再用软体把它 key 上去的。哦，了解，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对对对， okay, 啊，那个中间数字有写错，我们到时候再改。好，那书面报告的时候记得再做调整就好了。好的 okay, 好好，谢谢。那我们其实组上台报告，好，谢谢这一组。嗯，有画面吗？有画面啊？有换画面吗？有 OK， 没有声音。好。然后，哎，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一组直接扫，啊？你们这一组直接扫一个人对吗？对对对，只有三个人。好 ，OK， 那先开始你的报告。好，我们是第十四组，然后我们的主题是立平衡机构，然后左下方是我们的组员，然后还有各自分工的项目，然后我们大概分为五大项来报告。那第一个就是研究动机跟目的。那第二个就是应力分析，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对比强化后跟强化前的分析，然后第四个就是材料的分析跟选用，然后第五个就是结论。那首先我们的研究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机构，然后对它做出改良，然后你要增加强度可以改变它的材质，然后对它做应力分析，然后最后再使用拓扑最佳化。那我们前面有就是思考很多范本，就是到底要选用哪一个机构。那有在看到一个就是类似挖土机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到说，上学期有做一个自走车，然后它前面的机械手臂刚好可以拿来当我们这次的报告。然后这个机械手臂是我自己在画的，就跟上学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首先就是应力分析，然后我们用 SOLIDWORK 来画，然后用内建的那个量测工具来。就是求出每一个杆件的重心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分为，我们把杆件分为六个，就是上面都有编号，然后 C1 到 C6 都是各自的重心位置，那我们针对原点的这个销来做它的受力分析，那可以看到说它的力呢承受只有 11.77 牛顿，那它的力矩就是 4.9。那我们这个前提是我们先把所有的连杆都设成合金钢的材质下去分析的，然后我们这针对原点的那个销来做静力分析。那首先我们把它预设的材质是碳钢，那可以看到说我们分析完的图是长下面，那图上可以看到说它的应力分析就差不多集中在两侧，然后中间也有一点，然后再来是我们把销从碳钢换成强幅强度更高的合金钢，那它得出的结果也是一样，就是应力会集中在两边跟中间，那强幅强度有增加。然后再来是我们针对各个连杆手臂的那个分析，然后一到五杆都有来做那个力平衡的方程式，然后都写在上面，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方程式这样。然后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图，它的那个应力，对对，就是可以看到说上面的每个图几乎都是在有孔的地方，它的应力会就是比较聚集。那我们的结论就是，应力高的地方大家都会集在那个孔的附近。那消的话，它的应力会集中在两侧。然后我们就是让它提高强度。那我们提高强度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改变它的材料，或是增加我们杆。连杆的厚度让它的面积受力会增加。那我们首先就是先把那个连杆的厚度从 3mm 改成 6mm， 然后销的长度我们从 6mm 改成 12mm。 那下面的话是销的那个前后对比，那可以看到说左边改成 12mm 的那个图，它的力就是比较均，就是没有像 6mm 一样那么集中，那有分散一点。然后再来是对连杆，就是它的厚度加倍。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应力分析完之后，它中间靠近孔的应力就是会稍微变小。然后就是我们对钢五做分析对比，那我们分析完这个之后发现说它其即使把厚度增加了，但是它应力前后对比就是两者的应力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再来是上臂的分析对比，那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增加厚度增加厚度，那确实就是绿色的部分就是比较高应力的面积有相对来说会减少，但是在孔附近还是应力会有比较高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有做连杆的疲劳测试，那循环次数设定为100，那其实这跟我们预期中的出来的图得出的结果就是不太相同。那我们预期会是说会在杆的中间或是孔的附近会有损害比较严重，但是得出图之后不知道什么变成整个连杆都是红色的。那我们有对那个上臂有做拓扑分析，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杆一，那我们拓扑分析完之后就是它长这样，那这个设计的话它并不影响它原本的功能，那也可以减轻重量，那所以我们决定就是拓扑分析之后我们有保留说它分析完之后得出了这个材的这个结构。那我们有对连杆做拓扑分析，那有发现说它几乎连杆都会被砍掉，所以因为它会影响功能，然后也会间接的影响它的强度，所以我们决定就是有维持原状。然后再来是对前面的那个铲子有做拓扑分析，那有发现说它的材料确实减少，但是它会影响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也是维持原状。然后材料分析就是我们有想了四个材料，然后我们在想说到底要用哪一个材料下去着手会比较好。然后首先第一个是碳纤维，那它的优缺点就是优点就是强度高嘛，然后热膨系数小，加工良好，然后也比较耐磨。那缺点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就是有点贵。然后铝合金也是因为强度高、重量轻、加工性良好，但是它的缺点也是价格优点就是也比较贵，但是然后它的硬度也比较低。然后再来是亚克力跟 PLA， 那亚克力的优点就是强度高、加工也好，然后价格也比较低，但是缺点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冷热膨胀大，然后硬度高也比较断裂，容易断裂。然后再来是 3D 列印的 PLA 材质，那它的优点就是强度够、加工性也好，然后也不易变形，那缺点就是不够耐热。那考虑到用途还有价格，然后我们就最后选择了亚克力跟 3D 列印，那不仅是因为价格比较低，那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他们的强度也符合我们那个机构设计所需要的强度。那我们最终选用就是手臂的连杆呢，我们一开始分析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说要用碳纤维跟铝合金，那后来考虑到成本还有重量的问题，我们后来决定 改用亚克力，因为它有不亚于铝合金的强度，重量轻，然后加工也容易。那夹爪的选用对我们来说是因为非常困难，那它要保持稳定，然后重量也不能太重，不然就是可能前进的时候会翻车。那我们最后得出的决定就是使用 3D 炼印，那它能有强度，重量也非常的轻。那剩下的那一些零件，什么销啊、螺丝那些，我们都觉得说，因为我们的用途不大，所以我们直接采用市售的就可以。然后结论就是，我们经过拓扑分析后，有发现说，有些连杆，像刚刚有些连杆，就是拓扑完之后，它的部分地方会被吃掉，那它会影响功能。那有可能是我们绘制图面上的失误，然后但是我们还是有找到一些就是可以跟动微调的部分。那很顺利的是，这次研究都达到我们想要了解的部分，那也刚好完成说我们上次课程未能完成的部分。那也有顺便熟悉了一下拓扑最佳化的设计的操作方法。好，结束了。OK， 好。这一组的话，给一个小 comment 啊，哈，就是说你们在投影片顺序上有点诡异，就是你们呢做了一些分析，最后再来挑选哦，你要用什么材料？通常是你可能做了一些材料上的选择，那你再分析哦，所以那个顺序怪怪的，但其实不影响整体的这个结果了。那这个好，那就感谢这一组，那在期末撰写报告的时候，整个论文的这个逻辑性再调整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好的，好的。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这一堂课了。那各位同学辛苦了。我们就是整个过程中从疫情慢慢变好，又再来又疫情慢慢变差，其实大家也蛮辛苦的。那不过我们其实已经是全世界很幸福的国家，算是疫情控制还可以，所以在这个时间大家还是可以做一些学习，然后甚至还是有一些实作，就是说分析就是数值上的实作，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回想我个人在以前大学念书的时候，一些像机械设计这样的传统课啊，很少有机会可以让同学自己去做一些开创式的设计。那我希望这个学期我们这样的安排，各位还是有学到一些东西。那我是有从各位的报告里面看到，真的是有蛮多组别他们在这个我们给的题目方向上会有一些自己的发展，我觉得蛮好的。那这份报告各位可以好好整理一下。那未来当然虽然说它对于你推甄没有直接的实质帮助，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课程，但是你还是可以在推甄的时候，在资料准备上也可以做一些论述那或是呢在这个下一个学期机械系统设计实务就是说你这一堂课的经验应该在下一堂课就可以有一些帮助好，那在日后呢，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不管是期末最后报告缴交，可能是问助教，那或日后呢，课程结束了，在专题上，或是说做一些研究上有问题，想要找老师，都可以写个 email 给我。那写信给我的时候，请提醒我你是谁哦，我是某某某哪一年啊修过老师的课，那现在在干嘛干嘛，比如说你在念研究所，或是说你在业界上班老师我当初有一些什么最佳化的问题，那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给我建议，都可以欢迎写信给我。那因为老师的学生很多，所以我没办法记住每一位，那请提醒我我们之间的互动是什么或是说你未来想要写推荐信，那也提醒我曾经修过这些课这样子。好，那助教有没有要补充？那最后就是提醒同学下礼拜一之前要缴交期末报告，然后原本的期限是这礼拜五，那我们决定延到下礼拜一，请同学要记得。好，以上。好，那同学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打字或是发言都可以。没有的话就跟大家说再见咯，好不好？辛苦咯，好，拜拜，老师再见，拜拜。